一进来就开始在飘，好棒啊！谢谢小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为什么换洛克了？等一下，所以我今天可以抢到宝吗？那我这样没有办法认真直播。哈哈，知道今天要进来看烟火，你说没有亮灯的那一种吗？还是让 Life 给我的那种烟火？谢谢啊，谁跟你面姐啊？惠弟啊，惠弟，谢谢，阿里嘎多多大姨妈，谢谢阿蠢蠢，今天要交手机的时候才在po限动，所以打了很少字。跟你们说，我也是，我也是要交手机的时候没有，才怪，我到现在还没有po，对不对？谢谢，谢谢弟弟们哦。红叶兽，哎，我一直觉得这次的画风很我的菜，我太开心了，我今天要很开心。等一下，听说我们的花絮出来了是吗？但这不是现在，对不对？谢谢熊熊，谢谢熊熊昨天的限动，我看，今天的限动，昨天晚上今天的限动，我昨天一路撑到了凌晨4点多。然后我才终于入眠，所以我看到了很多人在凌晨发现实动态。感谢熊熊，请问一下你丢了这么多次，我是要不同造型吗？耶！彩彩说他今天来玩了，谢谢泽公，泽公也好久没来看我了，对吧？是不是？虽然你说我都还记得你，但你有没有来记得看我？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刚才说我要抢到宝，然后我现在就。谢谢北远远，然后我就没有抢到了，咔嚓！谢谢谢谢 Yoko Sky 爱在秋季，咔嚓！抱歉，我早上才发现洞，哎，不是挺好的，早上是一个正确的时间，我还没醒。耶，土弟弟，土弟弟很棒，哎，各式各样各种各样的棒。一种另类的懂我，谢谢 Lolly Wolf。 哎， Lolly Wolf 送的是那个吗？我之前原本一度要耍帅送，然后结果发现我金钱送不出去的那个甜蜜之吻，因为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甜蜜之吻会有那个底色，然后因为各式各样的金钱的关系我做不到。哦，社长，我刚抢到很大一包，哎，谢谢屏东，我看到了，你在一群红包之中显现出了你的留言，谢谢威鲁，还有执行长，早上通勤的时候才发，哎，盛文很棒，哎，盛文，我跟你讲那个先哦，迷你金浪奖，我看成什么金浪费奖，然后我想说，对，我最近是花费的很凶，很浪费，没错。盛文，我跟你说，肩奏那段真的太帅了。虽然说今天是我生日，但是我真的是，我上次生日会的时候来不及称赞你，肩奏那段真的太帅了，帅到不行，我是尖叫的看完的。谢谢熊熊，谢谢，我很好看，我怎么这么好看？噔噔噔噔噔，谢谢明旭啊。Hello， 喜巴打野，打野怎么念？流星为什么走心？流星今天不走心了吧？今天不能走心了呀！今天是一个举国欢庆、普天同庆、热烈欢迎、特别开心的一天。还没发，你要压线？你不是哎？你要压线？那我看一下，那我今天是不是故意要开到12点，你就压不到了？啦啦啦啦啦！大家早安。听说那个大家现在杂派，我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你们应该看，你们看完花絮了吗？如果还没看完，我待会空档我要来看一下我们十月生日的花絮。谢谢师夫妇，谢谢你的枫叶啊。对，枫叶其实我当初看到让 Life 跟我们合作是送枫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是因为我是秋天生的小孩。还记得我们去年十月就是因为秋天生的关系送了黄色的水水，今年就送了绿绿的水水。谢谢企鹅，谢谢石木，小姨嗨嗨，谢谢冯家人的分享。刮胡泡跟我用一样的，你知道我那时候还在哦。谢谢小说，
耶，好开心哦！我最近才学到轻小说怎么念，然后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我有抄到。我谢谢玉安守护永恒的爱，听起来很像 RO， 但是我这没有玩。魔法钥匙让我的心 unlock， 谢谢小薰。绿色不是原谅的颜色，绿色是养眼又健康的颜色啦，是不是？大家没有被养眼到吗？为什么鹿皮他对对他是为什么鹿皮，他就是一个身强体壮喝完之后精力充沛的饮料。幸福神色，谢谢 MK。 虽然 MK 最近对我都是担任吐槽役，对吧？养什么好哦，好哎，好吃养好的哎哎，我你不是还很难过没有人知道你这个梗吗？一云上升，绿色是一个健康的颜色，所以你看我今天全绿。哎，我很棒哎，我贯彻了我们生日会绿色是健康的颜色，所以我今天是全绿。只有我的脚脚是西纳蒙，我的脚脚是蓝色的，很棒吗？哎哎，张雨林进来就马上看到我一个人在转圈圈，还把脚抬起来。我是全身健康的颜色，张雨林，这么绿的衣服不好找对吧？从头绿到尾耶，而且我还干嘛了？我记得我除了全身上啊，我连伞都是绿色的，是不是很养眼？直接把原谅穿在眼，对，没办法，毕竟我是一个经常要原谅的人。Happy birthday to me！ 为什么走音的感觉？谢谢终于拿着你，好绿好绿，对啊，是不是有点绿？我就差一顶适合的贝雷帽。没有啊，对，今天是哈密瓜味的。拿着你哦，我撞到脚，等等等等等等。哼，帽子就免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那只咪，那只咪，我跟你说，嗨，不是芥末，不是芥末味，好不好？花开真的，哎，不是啊，不知不觉，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是我当初一直觉得就是张雨林是个妹妹，然后我现在意识到我自己进到了二开头，我更觉得她是一个妹妹。对，但是那个感觉已经不一样，我有一种就是啊，我是姐姐，我是姐姐啊，到现在突然觉得说不定她可以叫我阿姨的感觉，怎么感觉不太舒服？谁跟你四开头？谁跟你四开头？杨先生，你今天是暴食气是不是？我只要看到红红的，我就会知道十分钟就过去了是吗？谢谢游戏 hero。 其实我穿毛衣有点热，还是我应该要再开强一点，因为我今天的造型就得这么绿。打开它的话，衬衫就是白色的了。为了凹一个造型，我需要很热。谢谢小薰，杨奶，我劝你今天是不要走哦。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知道茶茶是在挑拨离间，但我就是会被挑拨离间的人，你应该懂的吧？是不是？你懂的吧？我跟你讲，如果你再没有把茶茶压住的话、啊、真的，你下次看到就是应该是雅倩吧，会好好表现的。我想 ，Hello Kent， 电风扇冷气开起来，穆婷，谢谢，我知道穆婷这次有去发扇子，然后也有，我记得是香香对不对？他就是拿到了你给的扇子对不对 ？Hello Link，Hello 博弈 ，Hello 栗子栗子。香宁，傲娇，空包啊！看着你们一个一个满二十，感触也是很多。我也是感触很多。对啊，你知道，其实从进团开始就已经三十几了，然后看到大家一个一个慢慢的就是走入了一个成年的转捩点，我也是觉得很开心。我没有想到可以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小孩子踏入二开头。看到他们眼睛充满希望的样子，闪闪光芒，我就觉得，啊，果然是年轻人。金门草莓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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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来打架了吗？来吧，来吧，来吧！你现在要跟我下战帖吗？
羊奶不是只会被炒茶亏吗？对啊，但是亏到已经挑拨离间了，我觉得玻璃心要碎掉啊！我已经四十了，天啊！单细胞你也要饿了是吧？还是你要一起试？阿姨视角，面面是妈妈，是，不好意思，是啊，是做妈的心态啊。Hello， 南郭育儿林哥。哎、欸，阿华华，你点到了，你说10月17会来看我们。哎、欸，我忘记把那个关掉了啦，那下一次就是10月23、24要来看我们哦。会吧，我觉得阿华这是不会缺席的吧，毕竟是 reset 啊。好，那你们不要再点，等一下，现在点出10月17的人全部都有来吗？都有来吗？等你们来见我哦。哎、欸，把玉安洗掉了。等一下，玉安说为了庆祝我生日换特别换了头贴。唉，就是飘啊飘吗？就是飘啊飘对吧？面飘啊飘。耶、yeah, ，都不要啊，都不要来看啊，是不是都不要？是明年的10月17吗？不知道明年10月17会是什么活动，希望明年10月17也见得到大家。Hello， 谢谢嘎嘎。感谢哥哥，哥哥还特别跟我讲生日快乐，还被说先集掌再领周边。刚刚对啊，你拿的周边是要集哪里啦？你是要我们拍什么？你要我们拍滑鼠垫吗？啊，我滑鼠垫放在家，我忘记带过来了，可恶！谢谢妹妹集掌的施压。哦，手。10月17是一直被你是说许先生？许先生，我真的不知道一上来就可以，就是有点落亏的感觉。我以为我的游，对，你知道，毕竟有上过学生天堂风月之后，我一直觉得我是游戏王，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照理说不是应该要粉丝随偶像吗？对不对？怎么会感觉那个林先生、那个许先生都即将时下到果果的啦？你说我吗？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我那一天的频率会吓到各式各样的人。游戏 boy， 对，大家好，游戏 boy， 我是没有，我是陈之面呢、欸，怎么办？我好像抢错人设了。我一直是一个，就是你知道，下巴特别尖，然后脸特别有轮廓，然后脸一尖，脸颊一点都不圆的陈之面。谢谢朱莉哦，好久不见！集奖的时候超级慌张了，是因为没有参加过生日会吗？张先生之前，哎，糟糕了，很抱歉，我有点忘记七月的时候，张先生是不是也有来？应该也有啊，对吧？集奖时吓到果果，那是我也是很不好意思。哎，F 的反应已经算小了啦。跟面面讲完话，差点忘记跟果果击掌。我应该把果果的手握着，你不要给我忘记哦！你们不要给我忘记哦！不要被吓到之后就所有人逃窜，好不好？我觉得大家基本上是被我吓到之后窜逃，就是逃跑。哎、欸，游戏有那下超痛的，手很痛哎、欸。女儿要祝我生日快乐，我跟你们说，我女儿在我生日这天出了一件大事。实在不是能够笑着讲的大事，真的很恐怖，真的超恐怖的。集长的时候，妹妹都在看我前面的小彗星，然后我去跟小彗告状了。我在看你前面的小彗星，是北演员身上的小彗星，还是北演员前面的那位小彗星？问一下，球友不好丢吗？你是说南瓜吗？是吗？南瓜他。林果，你刚刚是不是待在杰星台？对吧？挂伤兵了。对，他是大腿二度烫伤3%。然后，我昨天就问他说为什么受伤，就是为什么被烫到？因为莫名其妙他在家里，然后他就说他吃晚餐的时候就被烫到了。而且他说原本更严重的是，他是左右两只脚都烫到了，但是。还好后来就只有左脚有到
二度搪塞。哎，林先生，你嫌我球丢不好是不是？哎，我打头阵哎，身为一个都要四十的人，我台球还丢得出去就很好了，好不好？你刚刚是在嫌弃我吗？你知道今天要好好说话吗？你知道今天是10月21号吗？你知道今天是一个如果不小心说错话就会出事的日子吗？你知道这很严重吗？对，他的大腿两只都烫到了，然后可是后来是只有一只脚很严重，然后可是他就是真的很恐怖的点是他甚至夸张到是要打止痛针，因为其实二度烫伤已经蛮严重了。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么大面积感觉会留疤，然后他昨天呢，就我想说他在医院嘛，然后他后来回家了，然后就12点差不多，差不多整，他在11点58分就开始骂骂骂骂骂骂骂，我说好好好，我在哈，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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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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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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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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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了，好，我听到了，到底要干嘛？到底哈？他说：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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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好，啊！你是要不要说？你要说正话正题了吗？你已经叫了一分钟了。后来呢？哈哈，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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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0:00，咩咩生日快乐！谁？所以是谁？我很开心跟这位咩咩是同月同日生是吧？但咩咩谁？是谁？到底谁？他在我19岁的最后0:00跟我讲“绵绵，生日快乐”。哎呀，我这一个也是觉得这个爱称是可爱，是不是？我感受到平常大家的感受，谢谢大家。对，从就那一刻好不好，我就短暂的23:58到12:00，我叫绵绵，之后就不是了，拜托。你们知道绵绵不是一个很适合在大街上喊出来的名字吗？对吧对吧，大家应该知道吧，绵绵，各位绵绵们。谢谢，所以请问一下，面面的粉丝叫酱油，所以你们应该叫做什么？超熟睡，还是要叫做贴身不外露，还是要叫做？哎，20分了！哎，你是用系统还是你一直在看时间啊？怎样？你们要叫这些名字吗？你们是想叫这些名字吗？是不是？还是杰心念台语？来来来来来来来。刚刚有人叫我绵绵，对不对？你们要叫什么？你们是要叫什么？30、30、30、35公分，哈，长翅膀的酱油派 ，Cortex， 哎，很了，你很自在吼，你滑滑就好啦。那好好，哎，大家都有在光光乖乖的看广告。哎，等一下，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乖的。接了我的梗欸，我以为你们会不懂的。夜用超熟睡，对对对，42超熟睡很棒。跟你讲，42真的是非常的安心，好不好？对，来麻烦刚刚收到了那个系统，那个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我之前一直称赞杨先生叫做什么？不留名，为善不欲人知，为善不欲人知。杨先生系统就是刚刚发完的红包之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奇怪的盒子啊？那个奇怪的盒子是不是没有被点开过呢？没有被点开过的话，你就点它一下，点它一下就会发现，哎，刚刚那个杨先生好像不小心遗留了一些什么蓝蓝的东西。这蓝蓝的东西可以做什么呢？感觉就可以随便看一个喜欢的图示按下去啊，好像够哎，发送，接下来你就会知道刚刚杨先生发的东西可以拿来做什么咯。没有哎，你的正在啊，现在在正下方哦，好吧，那只有主播的在右下角吗？谢谢木婷，而且木婷还赶出了企鹅面哎，现在在中间下面，好吧，谢谢玉安，没错，中间下面余额不足。
余额不足就去捷运站加值。对，谢谢。嗨，老沙，老沙晚安。哎，老沙不是现在应该要去考那个吗？大教主的考试。糟糕了，我忘记最大那一个叫什么高级教徒，接下来是什么大牧师、大什么师、大法师。耶！谢谢黑流星，生日大快乐！对啊，大祭司，对不起，我刚讲大法师吗？大法师听起来现在比较适合云爵刚刚 po 的文。哎，我抢不到红包了，为什么？哎，我拼的拼图很好啊。铺斯送的红包我全部都抢不到，有了，抢完了，好，谢谢大家，好，付伟哥了，哎，什么意思？我的拼图拼的这么好，再见。20岁，逢九必岁已经过了，所以接下来应该要抢到了，对吧？应该要抢到林先生了，哎，林先生，这个是林先生吗？这个是刚刚嫌弃我没有丢好的林先生吗？飞宝 ，Hello 宝，早安，奥加利嘎多，金话筒，而且他现在话筒还加翅膀了，抢不到的时候可以出绝招啊！你是说，可是酱油派应该也超过那个吧？怎么还有10月17的罐头啊？这是一个意外，我们就喜欢。走在一个时光机器的概念，睡了，这次 reset 会看到你吗？我想念你的声音了。嗨，谢谢沙鲁，我好少叫到你的名字哦，对不对？沙鲁，现在人很多吧？对，我也感觉现在人很多。重力新北市的灵性选民 ，no， 你直接移除那个好不好？选票的那个，那叫什么？选票资格？谁叫你刚呛我？你刚是不是呛我 ？Hello 饭团，玉林早早，人超多的，感觉今天礼拜三就是一个，这也不是一个该休息的时间，红包都抢不到，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人很热闹？人很热闹吗？哎，可是老实说，我今天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哦，对，我听说有人在期待今天有没有嘉宾。我先跟大家讲说，不用期待了，你各位，大家还是很忙的。我前几天才跟，如果有人期待，听说有人期待阿弟是吧？我前几天才跟阿弟去玩密室逃脱，而且他还带我认识了一群有智慧的密室逃脱玩家。然后我今天跟李佳丽出去玩了，但李佳丽要忙，所以她晚上就去忙了。阿弟被关了一年还没出来吗？对啊，他今天暂时回家了，他就找今天暂离，好不好？隔壁学姐不知道好不好？有我就够了，杨奶，你知道玻璃破掉的时候要怎么粘起来吗？再买一片玻璃，那原本的玻璃怎么办？原本的玻璃吃掉，后面的柜子你可能有阿弟，要沾口水，换成塑胶就不会破呀。塑胶友谊，塑胶起来，还是面面今天要现场砸派友哎。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所以今天只有妹妹没有嘉宾，九蛋拜拜。虽然说九蛋拿到了座位号码还标了我，但是现在是说走就走是吗？我当你塑胶，你就是塑胶，随时需要你。风风仔 ，Hello 博云，自砸的概念，我跟你们讲，真的。这是一定要分享的故事，就是 Hello 屯屯哟，就是今天呢，我李佳丽她远道而来，然后送了一个蛋糕，就她远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而且上面还写2020年10月21，她今天早上去买的蛋糕，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在橱窗里看他很漂亮，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要就是要拍照，就是这个蛋糕要拍照。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还去干了别的事情，然后就是中间风风雨雨。请问大台北地区大家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请问有不是北部人的吗？我不知道中南部有没有下雨、欸、接下来的雨下的刚好没放假。睡了在白色情人节才缘分还安排什么期待，连礼物都给不来，多么胆小就算我活该。在白我只好现场唱给你听了因为见不到你。 Andy 桑，你为什么叫 JT 呀、啊、台南今天有滴一下，这边没，真的假的？好吧，欢迎房间没下雨。反正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件很惨很惨的事情。为什么很惨呢？诶，詹先生其实偶尔上山顶也挺好的，但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这颗蛋糕呢，虽然说今天不热，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坏掉，因为它从早上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坏掉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李佳怡的心意，就是大家看得到吗？现在看得到蛋糕长怎样吗？里面没有保冷的，没冰啊。而且我宿舍的冰箱没有开，我没有开宿舍冰箱，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在外面，所以几乎没有冰。对，然后早上要睡还 OK 啦。然后它上面应该是放很多很多的草莓，它就是奶油啊，它上面都是奶油哎、欸。然后他跟我说今天直播要吃完它，对。哎，那你想说，如果刚有人问过，当我没问，20岁有什么愿望吗？刚刚没有人问过，但是在生日会上有一个许愿的环节。有一个小小学，有奶油的话很容易酸，其实我也是在担心这件事情，但是我待会打算有空的话把它吃掉，不管它有没有坏掉都要吃掉。我要走一个张法法精神，给你吃哦杨雄。那杨先生我们之后可能就见不到了。杨先生有蛋糕 before 的照片吗？听说他没拍，他也是很天才，他没拍。李丽丽啊，他居然没有拍。我觉得20岁有什么愿望？其实我很感动一件事情，就是某个孩子的22岁愿望，其中一个居然留给我了。法法的等级好像不太一样，对吧？法法的等级很厉害的。哎，我跟你讲，我要相信寿星是幸运的，吃下去一定没事。或是想要做些什么？今天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在想。其实有一点不合理，因为生日这天啊就发文，其实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是，我觉得生日这天应该是要统整19岁以来得到了什么，然后就是成长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或变化了什么。但是20岁的期许，其实我真的还没有实感欸，真的没有实感，因为。就很突然啊，你不觉得就是昨天还在19岁，今天就是20岁，这中间的临界点就是怎样，就一秒，就是超级超级难去想象自己是真的已经20岁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还没有想好到底要干些什么，真的是突然就20岁了，怎么办？好可怕啊。我记得一年前我还跟邱品涵说，哈哈哈哈，你二开头了。一年后要过半年，我也觉得要过半年。没有得到5点能力点吗？唉，放心，30的时候就会习惯。对，我去年还在笑邱品涵呢。对，我四开头了啊、哦、他那样讲，我是对邱品涵讲。对啦对啦对，四开头。但其实有一个点，就是我第一个许的愿望是婴儿肥吗？就是脸颊肉是吗？但是，哎，我是认真的，
不是要脸颊肉肉不见，但是我觉得在外貌上面，不是脸，不是指外貌，就有点像是大家常呛我穿衣风格，然后或者是说一种风格上面，我很希望自己是一个有风格的、强烈风格的人。就是你假设看到这件衣服，然后你就说，哦，这绝对就是蔡恩会穿在身上的衣服，或者是说，这就是蔡恩会喜欢的造型，或者是说，这就是蔡雅恩啊，那种感觉，你懂吗？然后或者是他穿起来的衣服，你就会说，哦，马上就是懂那个味道，或者是一看就是很有个性的人。全身绿也挺有风格的吧？现在就很有风格吗？真的吗？可是我自己没有确切的感受到我是走什么样路线的人呢。其实有希望跟老婆很久的婴儿肥，跟你老婆很久的婴儿突然不见，哈？为什么？婴儿肥这么可爱，我是说长在别人脸上的时候。面的味道就是要有面的味道，比较居家的衣服，个人风格还蛮。谢 MK， 我就说你最近是一个吐槽一吧，讨厌。谢谢小苏 ，Love you。谢谢思涵的公园加油。谢谢小苏，我也爱你。很有那味儿，你想自己有那种味道是，就是一种。那哪种味道吗？哪种味道？就是有个性的味道。这个就很没有很笼统，对吧？但是我认识的人就是，认识的人之中就是有很多会让人很有印象点的人。而且我前几天认真的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想我明年的公司造型。这个要不要跟你们讨论？我其实一直有想要切公主切，你们知道吗？就是鸡发。哎，我是不是上次讲过？但是这件事情有点被半否决掉了。但是我很想试试看，但我还在思考。谢谢 Andy 上的定番，带我去流浪。这次要去哪里？这次要去哪里？我看到了，我其实。这可以直接说的吗？但是我觉得画得很厉害，谢谢，超开心的。而且 Andy 想从好几天前就一直在生日快乐了，像一家那样都穿宿舍 T。谢谢思涵，被否决了，是没提到这么详细，就是我在思考，有喜欢去哪里吗？我想去很古典的地方看看。不知道哎，前阵子有认真在想着，日本是一种定番吧，就是无时无刻都很想待在那里的感觉。欧洲，但是我有一点想去欧洲，因为我人生第一次能去欧洲的机会，因为公司的事就是有事情，然后我就留下来了，结果我就没有去。你先可以去才能带我去，对啊，现在基本上有谁可以去？现在基本上只有淘宝可以去，你们懂吗？现在只有淘宝可以在天上飞，我在天上飞。有，现在能飞的有多少人？我知道台下现在就有人在天上飞完，刚飞完，但是呢，我就不是那之中的人。可恶。Hello 小史 ，Hello 小杨鼠，觉得换看看也不错。如果有想试的冲动或考量的话，古典啊，接受挑战。哎呀，感觉 F 要出发了。我前阵子玩的那个啊，与这个无关，但是也没有到特别想去英国。但是因为我前阵子玩的密室逃脱是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就哇佳佳耶，然后我就在里面破了很多有关英国的内容，然后害我脑袋满满都是。但是我想说，什么音乐之都之类的吧，因为欧洲是我没有看过的地方。可以的话，我第一个想去是回台湾。我也想要大家都来，大家都飞来台湾嘛，飞来，生日限定才可。我没有想到佳佳这么近，佳佳超近。
你应该还没空看完我们的 PO 的生日祝福吧？对，我今天会看完，慢慢看完。而且今天有很多人提到礼物的部分，对不起啊，我现在只能看那些形容词，我根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内容，害我看得满头雾水，就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现在还在属于要猜猜乐的时间点，所以大家等到我明白了那个内容物之后，我就会更能理解你们文字上写的是什么东西了。不然现在看起来好可怕，感觉大家送了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真的超灵，小慧神手。一抽是果果啦，一抽是果果抽的吧？二抽才是小慧。好哦，嘉勋去吧去吧，对，现在是猜猜乐。Hello， 鲁迪。你只想去台北活动就是一种奢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关啊，但是你要距离产生美，所以你这样才会对我们有很大的眷恋。我就很怕全餐侠是不是会觉得太好来了，全餐侠是不是觉得太好看见我们了。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知道全餐侠直接倦怠的话，我就生气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很惊喜哦，谢谢飞宝。二十抽是面面干的，十九岁的面面干的，谢谢佳佳，抛给你一个眼神，谢谢。我看到郑东送了很多很多的枫叶，可是我刚没有喊到你的啊，我讲ありがとう。十月只有参加坐等林先生的派，我有派啊，我跟你讲，我这次有东西可以砸你们，好不好？但是我要先享受完它。全餐侠应该，我还没有看花絮啦，我真的应该看花絮，对不对？不是，那个 Andy 桑还在吗？我是不是应该要认真的想一下二十岁的愿望？但我还没有想，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其实因为生日会的时候，应该在追女生吧。十九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追的东西比追女生还难。我在追酱油，没有，基本上我觉得追梦想比追女生还难欸，你不觉得吗？我觉得女生不好懂，但是其实女生算蛮好追的吧？不好追吗？感觉还行啊。虽然我是没有追过啦，对不起，我没有追过女生，我可能不知道你们的困扰点。大家就是十九岁的时候，花絮最特别的就是砸牌。你知道我半夜思考了很久，到底什么时候能砸？我原本想要在见送的时候就砸了，可是我想说会影响到各式各样的人，梦想。比追女生好，我觉得有梦最好，不是吗？有一句台湾俗谚叫做有梦上水月娘，是月吗？月娘上水，月娘相随是吗？有梦最美，月娘相随。浩维刚九点整标了我一个照片，我还没看到，对吧？我有没有讲月娘希哦，希望哦，好像蛮多个版本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其实我很感动。好，先不论二十岁的愿望好了，因为太难了，要想的东西太难了。追酱油比较难，太多人排队了，抢不到。平头的觉得你多久没来了，你还敢说这种话？对不起，我是不是一律施压？太久没有勾勾的人，我就一律施压。就是这次的生日啊，我觉得就很，除了没有实感以外，我觉得很，就昨天晚上我一直跑出一句话，就我觉得十九岁虽然说是一个意义很重大，然后就2020的这一年以来，其实我得到了很多，然后也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转捩点跟要升的点，然后甚至可以说算是一个上升期。可是我觉得
也是在这一年里遇到了算是很大很大很大的障碍难关，或者是很影响我身心灵的一段时间，然后甚至感觉有一点点影响到个性之类的。然后但是昨天就我觉得这几天因为快接近生日，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幸福。虽然说幸福你会觉得是一个很笼统的话，就是反正因为我觉得2020年大家都遇到了很多瓶颈，然后可是我从前几天开始，因为我跟阿弟一起出去，然后阿弟的朋友们其实都不认识我，然后或者是说我现在的同学们其实也都要看吧，因为毕竟大学同学是很大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跟我到那么熟，或者是说我从各式各样的管道认识了不一样的朋友，然后他们对我的了解可能多数都是 IG 贴文，或者是说很偶尔的互动之类的。然后反正前几天我收到了几个算是不熟的人的生日卡片，然后虽然说你就知道就是因为不熟的人，然后他们会写出一点对你的想法，然后跟对你的祝福。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写说他们觉得在我的 IG 文字或者是说我这一路以来的表演表现或者是散发的感觉给他们很多正能量跟勇气，虽然我自己不确定正能量跟勇气是打哪来的，但是他们就说感觉看到我这个人就很开心，就是我觉得无论是看到本人也好，或者是说 IG 上面也好，或者是说真的现场看到表演也好，我觉得这句话是我没有想到会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因为我觉得光是我自己都很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能量跟勇气了，我没有想到我自己真的可以或多或少给别人带来一点点好的影响。然后2020也有好有哇，出过一次车祸真的很恐怖耶，我觉得车祸真的是很难避免，很恐怖。然后反正毕竟是不熟的朋友，结果我看到之后我就真的是差点感动到哭。我想说就是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熟的朋友写信给你，因为你们很熟，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付出的，就是朋友之间是相对的，但是一个算是素未谋面，然后就是萍水相逢的两个人，然后他居然会为了你花时间坐在书桌前，然后写了一个给你的卡片，甚至就是有准备给跟你相处的时间，我就觉得很感动。对，然后从昨天晚上我就在想说啊，19岁有多衰都感觉好像为了这一刻也没关系的感觉。虽然说这听起来是很浮夸啦，人与人就是彼此给予彼此啊，真的。所以但是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复他们，因为这就是很感动。我没有要过敏，这就是魅力所在嘛。但是就还在迷茫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就是感觉还是要继续努力下去，而且会有动力。像是那个啊，我之前拍天气预报，然后听说就是有团员给了自己的朋友看，然后结果他说他朋友整个晚上跟他聊天都在笑说天气预报怎么可以这么好笑啊，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很开心的一直在看我之前的天气预报，就觉得没有想到就是团体内会有这样子奇葩的影片出现。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其实天气预报还蛮累的，因为它是几乎每个礼拜你都要去做，而且你都要去发想，因为基本上天气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不是下雨就是风很大，不然就是变冷，不然就是变热。对，然后所以基本上到底要玩什么我也快玩不出东西了，
然后就一直我一直好想放弃了，怎么办？你们会不会看到快要看不到天气预报了？然后结果又听到，对，时限又很短，基本上最多也才两天左右。然后就看到别人这样讲之后，觉得我再撑一下好了，我再撑一下好了。于是就出现了十月生日会，大家被我强迫要拍。可以公开征稿，我公开征稿过啦，但是毕竟去想这些主题不是你们的义务啊，而且大家也不是一定可以生出东西给我，对不对？对不起，我真的好热，我想要把毛衣脱掉，真的热耶。那也叫你撸啊，毕竟它是毛衣嘛。越来越多新人主播了，对啊，又不能太正经的播直播，播那个播天气，不然就不好笑了。最期盼气象的是小编，真的吗？谢谢红外看了咕咚咚咚咚。哎，我有吓到，哎，我没有想到，而且哎，你们知道咕咚咚咚咚的 YouTube 下面还有人留言问说，哎，就是这些女生的 IG 是什么吗？但是没有人回答，然后。我就想说，居然看完节目之后真的会想要认识这个人吗？谢谢幼云，可是我最近好少看到你。 Hello 阿米，只希望不要再下雨了，不要中暑啊。室外录影拍摄天气预报，谢谢嘉勋。想梗，真的想梗好烦哦，怎么办？我就是一个，我快要黔驴技穷了。我记得水管有整理列表，对，有人在那个，有人在最上面放了一个，有被官方 tag 成顶端留言。官编其实那是官编写的吗？那是官编还是别人写的？然后被设成最上面。宣传效果不错啊，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哎，没有想到有置顶，后来有被置顶，对，哎，对我还想到要跟你们分享什么。其实我一直在想，大家会不会想要听到生日直播要讲一些什么很认真的话，可是我真是脑袋空空，一直保持吵闹就很好，感受妈妈，嗯。没有，你只想杂派，你那是中毒吧？没关系啊，讲什么都行。甚至不讲话也可以。Hello 北极星，谢谢。Hello 平贤，哦哦，这一定是因为红包出现了，对不对？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空就空啊！我也是想半天，生日能这样平淡看着，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很充实。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可怕。19岁的时候明明就没有这样，但是20岁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愧疚的点，是因为很多，真的太多了。我原本想说一两个而已，但是。已经多到我觉得很害怕，很多我甚至连国小同学都跑来有祝我生日快乐，然后，但我就觉得怎么会连国小同学都记得呢？毕竟平常已经没什么联络了。然后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多打几句，就是他们说就是看我从一路以来开始追逐梦想，然后到现在越来越近，所以我。觉得那个越来越近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还是蛮难去评断的。然后2019那些人和那些事，你觉得最值得感谢的？除了刚刚的信外，2019吗？2019要回溯到去年哦，应该是2020吧，对不对？
讲那么好，还说脑袋空空，真的脑袋空空啊，死定了。没有啊，反正我昨天晚，反正昨天晚上就是收到甚至有国小同学的祝福，然后我就觉得，到底为什么二十岁是一个这么特别的年纪嘛？因为就很莫名其妙，十九岁的时候都没有收到过，就是一种不知道，就是心境上的问题吧。我觉得太多吗？你是不是不要讲比较好？太多吗？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不行？听不懂。现在说越来越近，可能还没有什么实感，因为感觉好像也不是这样估算的。久不庆祝吧。二十岁，哇！谢谢谢谢你戳戳九尾，本来就别九尾九尾。那我请问一下，我有九尾吗？二十岁感觉就是一种人生的新阶段。能秀一下上衣全景，感觉不错，不要命。我刚刚开播的时候已经秀过了，但是命刚刚开播的时候没有来，所以我觉得我不可以再为了这件事情秀给命看了。对吧？一开始就进来的人有看到吗？我一开始站起来的时候有吧？对不对？而且我一开始还有穿着毛衣。命知道我一开始有穿毛衣吗？谢谢佳佳。对啦，衬衫部分没有啦，可是衬衫的话我不想扎，好热。金鱼三天金鱼气噗噗。谁叫刚刚命都没有看，你不准哭，你没有资格哭，谁叫你一开始不乖乖进来。他的衬衫，他的领子很酷哎。虽然说生日的时候穿着一片绿应该很酷了，300年没进来你还敢说啊，金鱼同学，不要扎比较好看吗？好奇衣服上，其实衣服上的图案是熊哎。他的另外一件，他有设计是另外一款是兔兔，很养眼吧？绿色就说是健康的颜色，感觉像是准备下课冲刺的 JK。 有啊，我应该要咬吐司，我现在只能咬一块蛋糕，咬一块蛋糕。原来是你啊，哈哈，是我啦。对啊，哎，单细胞，你是不是，我知道了，你真的是被林哲星附身了吧。 Hello 皮蛋，好久不见。这套好像学生了，他是制服派，他就是 JK 啊，他的裙子就是百褶，但是没有人的学校制服设计是这么绿的吧？得熊，等下我要激起大家去找衣服了吗？我觉得大家在找同款衣服的时候真的好厉害，偷偷看着你们找，我就觉得大家好强哦。到底怎么找到的？哎，延平吗？哎。裙子是绿色，哎，我记得还有一家是绿色的，我想一下，南湖吗？南湖的女生制服的裙子也是绿色的。我家附近有一件高中的裙子，真的是绿的。生日那件没找到，我明明有标啊，生日那件是 To Alice 的，熊之工作室，滚动 JK Rolling， 国三中，我有设定闹钟了。不过9:02才进，现在脑袋，9:02才进，可是九点我还没有站起来吧？先下去了，最后祝妹妹20岁来的啦，谢谢地上。但是我觉得2020年还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而且算是我踏出舒适圈的一个契机，真的是一个契机，因为从变成转到就是以 UNIT 制度在活动之后，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松糕的也蛮绿的啊，松糕不一样，松糕就该绿啊，松糕哎，拜托是松糕哎，谢谢丽香超级准时的祝福。杨雄女装最可熟，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她穿女装哎，好生气哦。To Alice 的洋装都很可爱，然后我现在身上这家是圣女部落的。时间快到了，晚安晚安，流星，今年能回来是很难得。范伟啊，对，而且我要讲的是，
其实我觉得今年饭圈还是多了很多很多的人呢、欸，就是比起以往，就是许多生面孔出现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女饭变多了，耶、yeah! ！是超级霹雳无敌开心的那一种，腿最修长，然后脸最。脸到底要怎么形容啊？最不圆听起来好废哦，不能这样子形容。五官挺拔，然后那个身材比例是黄金比例，然后看起来温柔，然后温柔娴熟端庄，气质非凡的女酱油们，多了很多可爱的女范。八月中入坑的，真的假的？为什么啊？品贤，八月中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你也是女范吗？林杰星，八月中没有特别多的活动吧？对吧？所以是谁？你是不是该去脱一下？不行啊，益生菌，你就是大叔啊！你当姐姐问我说，为什么他们送你康乃馨啊？我说。因为我喜欢因为他们告白都喜欢送康乃馨对吧？谁说告白只能送玫瑰？其他人是不是都只送那个玫瑰？想干嘛？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还有那些累人的话。救命啊！别折磨我了，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包。你是想怎样了？还来不及说话，心里的你已经彻底膜拜了。大叔啊，臭大叔啊，不要吧，不要吧，知道啦。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的话祝他都上了。大叔啊，大叔啊，难道九九乘法都不会背吗？哎呀，你说啊，你说啊。恋爱公式解读的话，幸福会不会欧帕？只不能想象，下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都和平，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升职加加加薪。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还有那些恋人的话。折磨我啦，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包。你是想怎样啦？还来不及说话，心里的你已经彻底膜拜啦。大叔啊，臭大叔啊，不要吧，不要吧，知道啦。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的话祝他都收啦。大叔啊，大叔啊，难道就这惩罚都不会被骂？哎呀，你说啊，你说啊，因为爱公式解读的话，幸福会不会欧帕？浩伟，我发现了，浩伟还在吗？浩伟是不是整点就发一篇？什么？打折？大叔啊，臭的，哎呀！吴同学吗？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大叔啊，大叔啊，难道九九乘法都不会背吗？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爱公式解读的话，幸福会不会欧帕？等等哦，等等哦，我现在一直被某个小孩狂蜜。等等哦。好，我回完了。
好几盆玫瑰中的康乃馨，哎，而且康乃馨很啊，康乃馨很香，康乃馨很香。哎，我是认真的开心，没电了，谁没电了？你们站不稳了，你们站不稳了。好，站稳了。某个小孩祝你生日快乐一百遍，他正在，而且他还一边道歉。Hello， 大家，哎，一定是因为那个上小时班了，对不对？香到掉，你们掉，对啊，你们现在很站不稳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晃啊？事故事故 ，Hello， 抱抱，龙虾爸爸，嗨嗨。快笑死什么？你昨天一直在喊我绵绵，绵绵，谢谢康复喵。哎，魔法书哎，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很魔幻的东西。是因为我的脑袋里还住着少女吗？魔法帽，就是魔法棒啊，魔法类的，然后要讲咒语的，或者是莫名其妙很。科幻类的、星空类的都很喜欢。中二魂、四八少女心、四十，对不起，四十。我要我会找到更好啊 ！Yusaku， 卡马兹卡桑，狗狸，哈基米马塞，为什么你们站不稳？可恶，好站稳喽。はじめまして。私は AKB48 の台北の姉妹グループ AKB48 Team TV のメンバーです。ソファーと申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不是四八，去掉奇幻，只要莫名其妙的话就报名了。Hello， 星。阿杰，为什么杨婆婆天真中生日可以唱什么？其实没有想到。但是啊，就是关于我们生日会啊，原来我误会了一件事情，我没有让姐姐把音乐放出来，哎，你知道原来可以吗？谢谢切尔登，就是原来我可以叫 Q 姐姐说，请问答案是什么呢？然后她可以把那个音乐放出来，但是我居然不知道这件事情，导致我没有这样做。可恶！哎，我们现在看花絮哦。哎，不对啊，不对！现在毕竟是小时班，我总觉得我要干点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要干点什么？要干点什么好呢？我没有想法，宣传一波无吼吗？唱无吼，好也是可以。吃蛋糕，生日最大，不然可以多唱两首。要安利合照会吧，可是已经不行啦，又不能买了。把伤疤，把害怕，一切不愿去回想，深呼吸，从肚子一下，给气球吃光。眼看啊，慢慢的膨胀，再度让它生死破谢谢切尔东，林先生，你昨天看见林先生，合照会还能买吗？现在还可以。哦，合照会的。合照会还可以填，合照有第二波，那我一直没有安利大家哎。呜呜哇呜哇哈，到想吃天边，就不停车，不肯退，早决定不停歇。呜呜哇呜哇哈，挥舞高举的拳，耶，挥。到最后是，可是这感觉不是。合照会好难安利哦，我要想一下。哈哈，大家好，你有听过 AKB48 吗？不要怀疑，我们就是在日本的 AKB48， 在台北的姐妹团，我们是 AKB48 Team TV。
直接从字面上来拆解的话 TeamTP 呢就是 Team 台北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主要都是在台北活动哦。那其实团队里也不只只有就是台湾人，也有很多像日本人也有啊，香港人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希望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哦。然后我是 AKB48 TeamTP 的一期正式生成员，我叫做蔡雅恩，昵称是面面。那我们比较特别的点呢，其实是我们最近呢才发行了第四张单曲呜吼呜吼吼，不要怀疑，单曲名称就是撞声词呜吼呜吼吼，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好像什么动物的笑声叫声叫声，谁啊，星星，没错，这一次的单曲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我们会有跟星星互动的画面哦，是不是听起来很酷啊？那我要骗你，现在马上去 YouTube 打开，搜寻栏打呜吼呜吼吼，点开我们的 MV 来看一下吧。那这一次呢，也有以往一直常听到的握手会，握手会又怎么得到呢？简单来说，如果你今天不小心走到了一家唱片行或者是光南，你发现架上好像有，这是 AKB48TeamTP 的 CD 吗？然后就拿起来啊，上面写着呜吼呜吼吼，不要怀疑，你是幸运的。你知道我们的 CD 一向是在架上不会有库存的那一种，怎么会在架上有库存呢？那肯定是因为你今天被幸运之神眷顾了，你走到这里它就刚刚好进货了，可能就是你进来的前一刻才刚上架，这完全就是为了你专属的 CD， 它就属于你，就该带回家，你知道吗？所以你今天如果看到它，不要怀疑，真的，只要钱包里够，就把它带回家。它就是想跟你回家才出现在这里的。所以呢，你就要拿起一张属于你的 CD， 然后结账带回家。之后你就会发现，它 CD 后面有一个银漆的部分。没错，这就是属于你的握手券。把它刮开以后，序号就可以直接填入。填入在哪里呢？你只要上网查询 AKB48TeamTP 呜吼呜吼吼握手会，你就可以看到可以输入序号的地方。接下来你只要找一位你超级喜欢不得不得填他，一定要跟他见到面，一定要说到话的成员，填上去之后，你只要记住那个时间并且保留下来，你就可以见到他了，是不是非常完美？这就是握手会的流程了。那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叫做合照会。合照会，所以你们平常不能合照吗？没错，虽然说听起来有点傻逼戏，但是我们平常其实很少有合照的机会，就像是生日会中有能够拿到拍立得也是少到不行的机会，你看100多个人你要抽到可以上台拍立得要多少人啊。所以呢，这次合照会就是一次满足你所有的欲望，只要上 AKB48TeamTP 的官方网站，然后到我们的商店区就会看到呜吼呜吼吼39人的特别版 CD， 没错，跟你讲超精致。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抽到很精致的生写真哦。所以接下来呢，你只要上网动动手，从 AKB48TeamTP 的官方网站找到特别版 CD， 按下加入购物车，只要买下来之后，你就会获得可以抽合照会的机会，再选定一个你喜欢的成员。接下来就是静待佳音，这次的期限到25号哦，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只剩下4天了 ，Go Go！ 好想再多买几张，我跟你讲，就只剩下4天了，就再痛苦也就4天了，就撑下去，对不对？是不是就该买下去了，亲爱的？不是在官方哦，那从官方找那个啦，官方找网站，对不对？合照会还有被偶像 diss 的机会哦，麻烦大家要记得填写蔡雅恩，从 PC Home 购买，到 PC Home 购买。比较好奇游戏摊位在这个，我也不知道，想要请上 AKB48TeamTP 官方网站。
有点专业，我只想到就讲，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循序渐进的业配超过一百分，而且我跟你们说，有一件事情呢，我一定要用力推销。大家知道这次的十月万圣节神鞋吗？这次是我们好言娱乐呕心沥血，花光所有的积蓄买爆萝莉塔。对，我们这次买了那个歌德萝莉的衣服，然后听说是花光了不少大家的那个血汗，所以呢，这真是精心准备，而且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放出的花絮都有很酷的摆设，对吧？有没有看到杰克他躺在地板上的样子？有没有看到一颗骷髅头被拿在手上的样子？有没有看到大家血红色的口红？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听起来很心动？那颗是我啦！对对对，真的是花光积蓄。对，所以大家如果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更加精致的升写真的话，大家，我跟你们说，我这次超级用心的。为什么会说超级用心的？哇，谢谢枕头，枕头很突如其来的啾啾蹭蹭蹭蹭蹭蹭，那我也蹭蹭蹭。这次呢，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但其实我的口红是咖啡色的。就是我那天因为每一套妆容就是要不一样的妆，然后我就跟化妆师姐姐说：“姐姐，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帮我上咖啡色的口红？因为我原本想要的是紫色的，就是那种深紫或者是比较偏深红，不是深红色，就是那种暗红色的。”偏咖啡一点的，然后他们就说可是平常没有带着，然后他们就用眼影盘帮我调嘴唇的颜色，但是呢我觉得很有可能看不出来，毕竟拍照是会吃妆的，所以有可能嘴唇还是不够暗不够黑就看不出来，但是我已经竭尽所能，而且我在前一天疯狂的找了各式各样的就是姿势，所以希望最后出来的声线有霸气外露的部分，谢谢大家，认真安利一波，谢谢大家现在是在抢红包对吧？我要来看一下，一生就为什么又有红包啊？所以是那个还没有吗？那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花絮，好想看。那我要继续放，继续放。我想一下，我生日会的时候还点了什么歌 ？Halloween Night， 还有什么？禁忌的两人，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是不是点了啊？我知道。哎，为什么当掉了？我还点了禁忌的两人，然后还有什么？我还有歌单呢。就是我们当天比赛，你们一直听不懂到底在唱什么的歌单，都是你点的。我们那天有放到的歌曲是，还有我不会念，它是叫《盛气楼》吗？我觉得蛮好听的。没有复制成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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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新 Kilo， 要猜国籍太难了。不是说要削脸颊，还吃了个，可是我很喜欢吃这个哎。七岁了，耶，好稳啊！晚安，晚安。他真的好不稳哦，还是因为。题目不是我点的，因为我不知道题目是什么。事故啊，我就事故，怎样？手机在都哭了，他想睡觉。
我也是这么觉得。突然想到，为什么这个时候音准就是我的音准有很糟吗？平常，我跟你们说，我这次收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这是我其中一个姐姐送的，大家有看出？她不知道我有许愿过哎，但是她送了一整套的。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人准备了这个东西？不准的是拍子，对啊，拍子的问题，不是磁铁啊。这个是，我要找那个，这是一条面。大家看得到吗？这是扭蛋，这是扭蛋，这是扭蛋，扭蛋出来的吊饰，然后全部的荞麦面，这是荞麦面的外送箱，然后这是里面的面，一套的呀，超级厉害，中了，那就有两套了。知道，感觉就会有人撞这个，羡慕吗？熊，好像有看过，立马去转。我上一次就有说过，我有看到别人去转，然后转完，哎，这不就是我记得就是现在走进来的这一位啊，就是现在走进来的这一位，让我玻璃心碎掉要变塑胶心的那一个。我已经看到，我大概有想象有三四套。以后不可以在直播上乱许愿。哎，是你吗？哎，是吗？昨天吴同学晚上还在跟我自首道歉，是不是？有很多合理吧，尬仔。而且其实我觉得，唉，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这次的，就是收到的生日卡片都很，让我觉得心意很重。道歉啥？等下问吴奇慧啊，怎么还是问我呢？不是我在道歉，但我觉得我快要道歉了。决斗，决斗起来！哎，你们知道吗？我们居然被那个国光帮帮忙剪成精华，哎，但是好像都没有人去看精华，就是我们被国光帮忙剪成 AKB48 的精华。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幕后花絮。好，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寿星互相整盘的大会，接下来呢，我们要想各式各样的方式整对方，要让对方的旁白。我是要讲整蛊吧。他等一下完蛋，不会，我会过得很好。我是真正的旁白，接下来你要问大家，持续我们的童话故事。是谁？
要出来啊，在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送出去的南瓜上面写了一句话吗？真真真的很棒耶，而且真的是压线，就是我在南瓜上面写说唱成这样你怎么会听懂啊，你知道吗？我都还不知道我会唱到什么歌，我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很恐怖。唱成这样你们怎么会听得懂啊？对，我唱成这样你也听得懂哦。 Hello 开心周遭很开心，真开心。为什么洛克刚才跳出去吗？ゴリポンさん、はじめまして。脚本你们想的还在那边，不是前面尴尬啦，是后面尴尬吧？我碰你这样白痴。Hello, good morning。不行。哦，对，我买刮胡泡的时候，我还问了。故事好了，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呢，哎，怎么今天又是我生日？但是没办法，我现在要做一个旁白，对，后面的花絮才是正片，是吧？我跟你讲，我很生气，我没有抹到安安跟果果。虽然我一开始不打算这么狠的，但是果果安安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安安又长得人模人样的回家直播啊，怎么办？我实在不忍心伤害到他，你知道吗？而且他那天很乖，还等我们都切完蛋糕分完之后才走，然后我一直很担心他会迟到，然后我就是，但我的内心是抗拒的，你懂吗？怎么会？好的，反正我最后就让安安逃过了这一劫，但安安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再者就是果果呢，他果果也是结束之后有约，然后我就在思考，这是需要一个计划安详，就是不安下周全，然后计划很周全。我如果在接下来如果伤害了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后来呢就出现了两名受害者，但是呢，杰哥是个意外，但是计划真的是非常的安详。那天呢，就是其实吴奇慧他在。这段时间前他是有一个，他是真的很震惊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吗？因为粉丝曾经，就是大家曾经，我某次直播的时候，然后我就有跟大家说过，吴奇慧说很想要我们的生日搞得跟杂派，就是跟杂派有关，想要真的杂，然后粉丝说也很想杂。我就想说，既然大家平常杂这么多派，我一定要搞到真的派，对你们上下其手。但是我很生气，最后的答案就是我不能攻击你们。我为什么不能攻击你们呢？我平常被你们攻击成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反击呢？我真的是，对，我太不能接受了，所以我要找一次把怒气没有啦。我原本是为了你们才准备这一段的，然后因为我原本是想说要让你们，一定要让你们看到那个现场，怎么可以只靠好了啦？你们等一下听我讲完嘛，我一定要让
你们看到现场的那个画面，怎么可以只有影片呢？然后后来我沟通了很久，而且我在半夜凌晨的时候想说才绝对不会被人家发现，我要悄悄的缜密的计划这一段内容，然后我就跟姐姐们说，就是只有什么时候可以砸，就是我因为我不可以弄脏场地，然后但是如果弄脏了之后我们还要洗完身，然后之后坐车回去的话会弄脏别人的车怎么办，想来想去是不是只能回去了，可恶。然后就在我很就是纠结很多事情，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还是得买，然后呢我就帅气的去买了刮胡泡，而且这个味道还是我精挑细选的。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个是柠檬，然后不是另外一个是薄荷嘛，然后我觉得薄荷好像很可怕，如果薄荷真的抹到眼睛的话会不会很刺，所以我就选了柠檬味的。好，大家这个东西不用 get 同款好吗？你们知道，而且我还想说，如果假设这个刮胡泡我真的用不到的话，然后我还特别先问了我妈说，欸妈妈，我想问爸爸平常用刮胡泡吗？哈，他不用刮胡泡欸。我说那他现在有了。我说哦好哦，那他应该会用吧。没错，爸爸生日快乐，我特别买了刮胡泡给你哦，阳神我买的比你便宜，请货比三家好不好。对，薄荷的大概特别嗨，柠檬的真的很香，而且我国中的时候被砸也是因为这个。柠檬比较好闻的，之前同学跟我跟你讲，之前是补习班，而且哇，我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为什么初生之犊不畏虎呢？我们当初就是大家用各式各样的东西直接抹刮胡泡，然后就是，而且它是刮胡泡加奶油，因为那天真的有蛋糕，然后刮胡泡是好像莫名其妙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刮胡泡其实比较香，而且奶油很难洗。就油油的，然后反正呢，我们在补习班，然后那天是互砸，为什么啊？也是万圣节，我记得也是万圣节，然后我也是把自己画得很恐怖，然后反正我们就是互砸，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主任，然后我们的主任呢，平常是很不苟言笑的，而且基本上他是一个跟学生很有距离感的人。然后那天哇，他玩太开心了，哇，他全身上下全部都是。然后结果我就抓了一整把的刮胡泡。其实我只是想要走出门，然后看有谁认识的就攻击。结果主任刚好走进来，我就，主任，圣诞节快乐！万圣节，我知道讲什么，万圣节吧，应该是万圣节吧，耶、yeah! ！然后我就躲进厕所里，因为后来主任拿了整个蛋糕，他拿了整盘蛋糕，他拿了一整盘的蛋糕，救命啊！于是我就这样躲在女厕躲了30分钟，谢天谢地，最后我还是被攻击到了，但是有人陪我一起挡枪。所以这谢谢国中，谢谢国中的经验，让我知道要选柠檬口味的很香，绝对与此无关。哎，我抢不到啊，为什么？不愧是主人，我跟你讲超恐怖，而且它其实很大只，它就像大猩猩一样大只，然后又很壮，对，是不是？我国中才敢这样，接下来现在就不行了。用脸吃蛋糕不是，我要就是讲毛良拜拜，谢谢。对，他真的是厚大卖照，他在外面叫嚣了很久。然后呢，这次呢，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要怎么把武器会叫到厕所里来，而且我还很担心，我一直在想应该在公司里面玩吧，因为公司里面才不会弄脏别人的地板，但是我要清公司的地板。但是后来想想，好像厕所是才有水的地方，我们才有办法就是好好的把自己弄干净，虽然我已经半卸妆了，大家看到后面基本上我全部都是卸妆的状态吗？好的，反正呢，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故事就是我就请工作人员帮我录影，但是因为我很匆忙的冲出来，就是要偷偷的，然后带着刮胡泡跟就是一些有的没的走出来，然后不能让大家发现，然后呢我就忘记带手机了，很尴尬哎、欸，我居然忘记带手机了。然后反正我就进厕所，然后我们想说，好，我们现在挤刮胡泡，就先录了一下。然后呢，发现没带手机怎么办？我要怎么把吴奇慧叫过来？怎么办？叫高云爵把他带过来吗？不对啊，
这样超级奇怪。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反正就是江湖救急嘛。于是我就拿着工作人员的手机打电话给吴奇慧说：“哎，来救我！”嗯，没错。然后呢，这就已经是一个超级大的疑点了。为什么会用工作人员的手机打电话叫他来救我？然后问题就是，照理说不是应该工作人员就可以救我了吗？是的，他还没有起疑哦。简单来说呢，交朋友就是要交这种的，我是说打下去会有回音的那种。好，然后反正呢，他就很棒的带了就是救急用品，然后呢，耶，就有后面的画面啦。谢谢小坏的训练，交盘子，我说交朋友，交朋友，人家更担心你哦，谢谢。然后呢，后面就是很大意外，你知道，有一段好像没有放出来，就是吴奇慧他说了一个感想，他说他很感动。我记得吴奇慧他第一句是说，他觉得他那个就是义气，好不好？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砸吗？我计划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心愿呢。因为他是认真的跟我许愿说他想要被砸，然后他那天就说他总觉得他好像少了一个环节，然后他说他有一种他的梦想终于达成的感觉，是不是？哇，真的是，这是义气，好吧，义气相挺。他很感动，朋友少了一个，享受被砸，这是圆满了耶。对，就是我觉得送礼物呢，就是要送到人的心坎里。大家听到了吗？想跟吴奇慧做朋友吗？看到了吧？他觉得杂派是一种交友的一种友谊的桥梁的概念，所以大家属性技能满点，没错，就是要这样子。没有，我跟你们说，然后呢，后面是高云觉得 part， 高云觉得超好笑的。对，他的第二句就是，反正他就是很感动，就对了。嗯，我觉得我真的是，我也是圆满，对不对？第一次砸派就上手，下一次会越砸越开心。后来呢，谢谢你哦，傅伟哥，我们两个人洗到一半哦，然后就想说怎么办？你知道云爵还在公司里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做点什么？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待会就带一点点进去，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把云爵的脸画花就好了，因为毕竟要在公司里，不可以弄脏地板。然后我想说，我就带一点点，然后往脸上抹就好。那段画面姐姐没有拍到，我一定要很，我现在要把那个画面描绘出来。好的，反正我跟吴奇慧靠在那个洗手台，然后正在把身上的就是刮胡泡全部都错过了，现在看到元哥在。我跟你们说哦，然后我们就靠在那个洗手台在洗，然后结果就突然听到脚步声，我想说等等哦，我听到了 B， 就是从公司出来那个开门的声音，我想说应该不可能，就可能是工作人员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然后想说怎么办，工作人员要看到我们很尴尬，而且其实我在弄那个刮胡泡的时候，有个姐姐还有经过，然后还跟我打了招呼，然后就说哇你要干嘛，我就说姐姐你待会就知道了，对，没错。然后呢，结果高允觉就走进了，就是他要走进厕所前，他就说哎，你们，这是高允觉的脸，你们，这是我的脸，没错，就是这样。你们看到刚刚的画面吗？你们就像刮胡泡一样，一个瞬间抬头瞪他，冲走。对，没错，就是。我看到高允觉的时候，我脑袋完全没有思考，我就想说死定了，已经没有机会让我想到要怎么攻击他了。于是我就直接把刮那个洗手台上我们剩余的那个刮胡泡，然后啊不是，我是因为拍了桌子，它才掉下来的。我就直接把我涂在那个板子上面的刮胡泡一整坨刮起来，然后我就冲出去了。可是我穿高跟鞋，然后呢，哇，对，完。
全就是只有看到他，然后愣住，下一秒我的身体就自己动了，完全不理我的脑袋耶。对，嗯嗯，我的身体就完全直接顺从内心的渴望，冲啊！于是我们就上演了全武行，杀气很重。而且吴奇慧还在我们中间，我还是越过吴奇慧冲向高圆觉，所以吴奇慧看了整个画面，然后工作人员呢，他也是愣住，然后他发现我往外冲之后，就赶快把手机拿出来，就说使劲点，我要赶快拍，然后就跟着我们冲出去，于是就出现了，你抱左边，我抱右边，好，于是最后就是耶，胜利 ，victory。阿哲明天真的，我跟你讲哦，我刚才想说，因为后来砸的比较用力的凶手，我就不说是谁了。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感觉好像有点太多了。后来爵哥呢就说，不会，蛮好玩的，不会，蛮好玩的，不会，蛮好玩的。爵哥，你想不想再试一次啊？我们下次一起去砸别人嘛。于是哲哥开心的点头，好啊。哲哥呢，他就是一个傲娇的人，你懂吗？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总是说的话跟心里想是不一样。其实他是非常满意这场生日会的，我懂，我懂，真的。下一次我跟你讲，我们已经预定好了，好了，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们已经排休了。我们那天就说，就算那天没有工作，没有薪资，我们没有要出席那场生日会，我们也会出现。耶、yeah! ，就是这样。所以相信大家，人要知道自己的那个爆发力有多充足啊！我有一件事情忘记讲，我一定要跟你们说，就是呢。我虽然说是整盘往某人身上脸上打，但是呢，你知道我的嘴巴里全部都充满了刮胡泡吗？我谢谢本丸香槟 mix， 呜呜呜呜呜呜！哎，而且本丸的头贴，好，我今天不行，我先不提醒你们，我今天有想好我贴文要干嘛，但我还没有想内文，我今天实在是感性不起来，一想到要二开头，我就觉得。好没有实感，怎么办？刮胡泡好吃吗？请问一下各位，你各位啊，刮胡泡好吃吗？我跟你讲，超苦的，它全部往我脸上，不是往我嘴巴里塞呢，是真的是啊，耶、哦！小小一声就是小小，谢谢本王大，对，苦涩的，苦苦涩涩的，真的是苦涩的不甜蜜，一点都不。No no， 你才零尊重哎，你还要我尊重？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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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还有一首，还有一首是，这首是安安点的。没有实感，可是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了吗？你是说年纪吗？呼吸到的空气不一样了。哎，当时真的是第一次玩的这么开心，好开心哦！可是我觉得好大的就是，然后那天我们那一天啊，对呀，夜蝶。这样彗星炒面特辑，自己 cover 夜蝶，没有开玩笑，不会实现。就是什么哦？那天砸完之后，我们两个湿淋淋的，然后再带着云爵湿淋淋的回到了公司，然后姐姐就说：“唉，就让他们青春一回吧。”我感受到青春了，下次没有下次，没有下次，绝对没有下次。你们明天会有，明天不会有啊！太青春了，谢谢谢谢。
就现在是我要让你青春一回吗，熊熊？青春的年纪吗？我是柠檬的年纪吗？哎，你还为什么 level 2啦？你是升级了吗？为什么留言显示 level 2？不要，我砸别人会得罪别人。因为武器会可以报仇回来，但是其他人就不一定会报仇回来，对不对？员工们真是赌徒哎！哦，魔法石，那我可以抽卡了吗？神魔玩太久，我跟你讲，爵哥超开心的。人家才没有说人家超开心的，然后我就说，嗯，他超开心的，要五颗魔法石，对，还不够，哦，哎，对了，我在想一件事，就是我还没有查，但是我不知道康乃馨可不可以做成，康乃馨可不可以做成那个干燥花。下次杰哥就是，哎，我跟你讲，杰哥他说他蓄势待发，他蓄势待发。他想要获得下一次砸人家的机会，你知道这一次只有他没砸到吗？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两个都圆满了。想问全场的爵哥娶我的效果如何？我跟你讲，我原本还想说大家可能会不知道我要 cue 你们，我还想说我还要大喊说小矮人们一起来爵哥娶我，没想到我才讲到说认识的96位小矮人说爵哥娶我，然后下一秒你们就爵哥娶我了。我就是要这种默契，超棒！你们简直就是太棒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懂我。你怎么知道我那么爱玩？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人，真的啦。怎么办？我现在应该要吃它吗？我一直在想，我一定要今天解决它，因为他说今日要使用完毕。但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使用它，好傻逼戏哦！怎么办？我要破戒了！我说好直播不吃东西的，佳佳。对，为什么要喊佳佳？好的，那我要。这其实是有点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草莓，这算是我20岁的一个大要进吗？就像吴奇慧不吃番茄。阿潘不吃香菜，蔡安不吃草莓，甚至破戒没关系，还是你要来帮我吃？啊啊啊！对啊，我不吃草莓。啊。我知道你们很想吃，然后他就直接往下砸了。站好，你们站好，小心。好了，我要吃了。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酸，但也没有到很甜，比较偏向香味。对，草莓好多粉刺，好吃吗？微妙，没坏，草莓没坏。这第一次看到人家吃草莓，吃草莓这么严肃，望梅止渴中真的没啊！让我给你们看一口蛋糕，我要切一口蛋糕给大家看。但是对不起李佳丽，我已经没有办法拍到她的全尸照了。啊，没有草莓解禁，草莓解禁吗？大概还是不会主动尝试。
海绵蛋糕，鲜奶油。我吃不出来它是什么口味耶，它里面还有草莓，它里面有更多的草莓，怎么办？它好像都是鲜奶油，海绵鲜奶油，然后里面加了一整颗的草莓，它里面也是一整颗，你看里面也是一整颗，草莓棒，这就完全就是草莓吃一波。好像可以，算了。面面有什么水果是不喜欢吃的吗？好不好？好了，我差不多了，最后一口海绵蛋糕，让甜味回来，快点。他的海绵蛋糕好赞。呼，好了，我吃完了。因为我说直播不要一直吃东西，会有声音。好嘞，嗨，谢谢你，佳丽，你佳丽特别跑来陪我过生日，哎，我超级无敌感动的耶，是认真感动。他真的是播控杀过来，因为他晚上有事情，生日当天应该要砸一下。你说我整个脸往李佳丽送的蛋糕里面埋吗？里面埋吗？是吗？知道甜点的快乐表情，下次生日会知道可以建议姐姐做什么。而且我跟你们说，那个我们的那个圣不是圣诞，万圣节蛋糕很好吃哎，它上面还有马吉哎。剩下的会有什么下场？我会吃掉的，真的。我跟你讲，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不喜欢草莓，我也没有不喜欢草莓啊，其实。不是80，是85°C 的。哎，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85°C 的草莓，麻薯。不是，草莓。我刚刚讲了一句话，讲到了一半。李佳丽，李佳丽来陪我，来陪我吗？断掉了，蔡阳的脑袋断掉了。谢谢小花，虽然是杨雄的红包，谢谢杨雄。断掉了，下次生日会知道建议姐姐可以做什么了。银杏偶像啊，怎么办啊？杨杰，10小时酿造酱油，10小时，短短10小时吗？只有10小时吗？可是一天至少要24小时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子？10小时酿造，就现在是剩下2小时吗？1个小时多，小易还帮忙倒数哎！我也觉得我是老人痴呆，我整个脑袋断掉了。我要讲什么？你断了，我也断了，断掉了。我今天累了吗？不会，我觉得我今天真的超充实的，超开心。而且我今天还吃了2个好料。是要讲，不是要讲蛋糕店。我对蛋糕其实是一个没什么研究的，不是分数这些，不重要，不重要了。
不重要啦，四十岁就痴呆算早吗？差不多了吧，对吧 ？Hello 皮卡兔 ，Hello 幻影战士 ，Hello Steven， 爱你四八四 ，Hello 四八四，二十岁的记忆哦。不对啦，我要讲什么啊？我记得是关于……我知道了，跟上次的弯子没有关。我要讲礼物，就是刚刚大家问我说，就是剩下的蛋糕会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我最近发现呢，就是我的生活周遭中越来越多属于，就是我前几天跑去 ，Hello， 你怎么念啊？10月23号21点生日公演，你好，今天是10月21号21点我的生日公演。你要叫鱼什么？那个一个木在一个月那个字应该怎么念呢 ？Hello， 风仔，不是，我要讲说，就是我发现我的生活周围越来越多，其实留下来的东西也叫月吗？所以叫鱼月，鱼月。我之前很喜欢一个玉字不在一个月字。我觉得木加月也好漂亮，是一个很漂亮的字。雨月，所以雨月也是，雨月是天蝎，10月23的话是天蝎吗？然后我是要说，就是慢慢留下来在身边的东西，反而都是别人送的。月不是小会常用的字吗？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反而。无论是实用或不实用，或者是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我觉得别人送的东西，那样的东西的价值意义会比起自己买的很贵重的东西更有价值。就是就算它已经坏掉了，或者是就算它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或者是不需要了，我还是会舍不得丢掉，或者是说丢掉之前会纠结很久。但是如果今天是自己买的话，就觉得随便了，反正就差不多了，反正我还可以就是再买新的或什么之类的，就不会很珍惜。所以我觉得礼物这种东西真的是很有意义耶，会一直想要留下来。因为我前几天去我朋友家，然后我朋友家，因为我跟他认识了10年，然后我觉得他家很恐怖，因为全部都是就是10年来的生日礼物，或者是大大小小的礼物哦。所以你也是天平，我也是应该是喊天秤对不对？我也是天秤座哎，选择障碍人 ，give me five。对，我们现在是天秤人，我们要天秤的日子还没过，现在就让我们霸占一下吧。10月，没人送礼物。哎，不会啊，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你的选择都是贴近生活的东西，所以会一直看到你，就是送礼物的一个实用性的部分。因为我送我朋友他很多，像是耳环，然后或者是文具类吗？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家里的摆饰。然后反正我进到他房间，我想说，哎，这不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吗？怎么都是我啊？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的生活全部都被你包围，好恶心哦，好恶心 this。我知道我的生活可能会全部被你们包围。送一卷卫生纸的给妹妹的礼物，那我可能会不用它，因为这样他就有，就是我觉得像假设好了，自动铅笔之类的，它是消耗品，但是它可以长期的使用在身边。但卫生纸不行啊，卫生纸没了就是没了耶，对吧？设定有双重个性的星座都会这样子。设定有双重星座，双重星座在家说了什么？我双子，但我也有选择障碍。可是我的上升是射手啊，大家看得出来吗？我的上升是射手，但我觉得其实。我蛮不天平的，重复使用，谢谢你们，你们可以送一些什么？好，算了，好，是论实用价值，我觉得卫生纸是可以的，就跟送口罩是同样的道理，好吗？我们现在在一个疫情的防御期间，送口罩就是非常之实用，简直是贴心到不行的礼物。我的房间很大，对，舍不得丢。我的月亮星座呢？
我忘记了，我记得我上次查过。哎，我忘记了耶！哇哇哇！什么什么？谢谢谢谢！哇，好突然！阿童，阿童也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来不及见到面的人。面面生惹科，碰触到对碰触到肌肤的不行，所以太贴身的也不行。湿纸巾拧干了还可以用，真的是大感谢。我的上升星座，我没有算太阳，我只要下降跟上升，是吗？我怕我送你的东西用不到，你是说刮胡泡吗？刮胡泡就用得到，刮胡刀要看看，可以拿来观赏。耶、yeah, ，谢谢优助，而且收到这个。没错，它就是一个这么到处都该需要有它的地方，刀也不能送啦。对 ，Hello 吴宗伟，焦糖咖啡，哎呦，我不知道说，哎，我觉得佳佳很厉害，而且他你那天赶出来的图我看到了，随手拿出来一下，送买一送一的酱油，酱油是吃的也不能送啊，真的是随身携带好不好？下一次就期待一下。它真的很香哎，充满了那一天我们两个的味道。好了，对，刮胡泡本人，同款刮胡泡，11月。对啊，我跟你讲，它总共有多大？它有210公克，210G。所以我还有很多很多人可以受到这一罐的洗礼，希望大家未来也可以继续跟我做朋友哦，继续跟我做朋友吧。这瓶可以用很久，这个没有吧？这个牌子应该是最便宜的了，因为它很香，我只是因为它很香而买它而已。压抑，太可怕了吧？谢谢看标签表情视图，喂，你又要截图。都查出来了，不用一下吗？查出来什么？刮胡泡原来可以找的，刮胡泡不行吧？刮胡泡也是贴身的，不是吗？正好哦，正好，好的，正好。超临时决定画图，面面喜欢就好。现在直接贴在扇子上，我就是看到了扇子啊！不要再去上课哦。嗯？为什么？可是在学校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朋友。下个月生日先处理一下，处理一波。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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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不打不相识吗？生日会就当边缘人啊！你想要被砸是不是？而且这一次的板板，我们的那个爬鼠垫算是在我闭眼睛的时候吗？袁哥哥，谢谢！刚刚有人说今天来就是为了看烟火，谢谢袁哥哥！为什么要在我闭眼睛的时候送？哎，我刚刚叫什么啊？我今天不适合断片，结果阿哲下次见面就会掏出两罐刮胡泡，用蛮快的。之前整盆有一次喷三罐，喷哪里？我下次应该要买那个，就是那种刺激的那个喷雾。想要用红，浩伟真的很棒哎，他现在是半个小时剖一折哎，太拼了吧！想要用滑鼠在成员脸上。滑来滑，滚来滚去，滑来滑去，滑鼠垫。对，我就要讲，这次的滑鼠垫其实是我们，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番波折。但是我觉得成品它很厚哎，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它的质感很好。所以希望接下来滑鼠垫也可以陪你们度过每一个上班上课的日子。如果呢有超过两个的话，你就可以一个在家办公，一个在公司里宣传传教，是不是？我都已经帮大家想好了。
那位朋友全身都是刮胡泡，还帮他买新衣服。他跟你说，我也准备了新衣服，我觉得未来应该是用得到，应该要随身携带，是不是？就是下次要刮喷人家刮胡泡的时候，我身上都有带其他的衣服。我那时候就是准备了，我身上还有别的衣服可以给他穿。殊不知他不需要，太好了，就是需要这种好配合的。Hello， 蓝蝶，耶，谢谢，谢谢小猪，舍不得用太长的电脑了，谢谢龙豪，好开心哦。其实我去年好像只开了一个小时，对不对？生日当天，然后我就跑去吃那个，我就跑去吃什么？吃那个咸酥鸡。准备好了，结果不喷，也是有遇到过。慢着，你们真的不喷吗？对啊，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喷出，就是到底要不要拿去喷。我感觉我今天下就要下去买咸酥鸡吃，但是因为阿弟，我已经跟阿弟玩完了，就是他们那一群，我们已经出去玩过了。我们之前才跑出去吃火锅，然后我前几天去玩了很大蛮大型的密室逃脱笨蛋工作室的。然后真是极限挑战，因为那天很忙，然后有其他事情，然后我还冲去玩密室逃脱，就花了100分钟，然后就赶快再冲去做别的事情。然后那一次玩的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怕。我当下觉得一点都不可怕，原因是因为我就想说，我待会结束之后我要马上赶去练习，所以我很急。然后那个时候，我不能破梗，因为我怕大家有，我记得有人是喜欢密室逃脱的。我们那时候是去玩那个笨蛋工作室的谍战1941，然后那个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些内容，反正是要救出伙伴，然后以及我们是间谍的身份这样。然后中间有一段是关于人体实验的，很恐怖。然后就是反正你需要对尸体上下其手这样。然后呢，我那时候就一看到之后就想说哪里一定会有东西，然后我就直接伸手了，然后就是毫不迟疑。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时间很赶，我们一定要逃出去，然后就是要快点结束它。我后来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就做噩梦了。对，杨雄玩过吗？毒气室，对。对，就去碰尸体了，然后什么感觉好香？原来是咸酥鸡的，咸酥鸡是最好的礼物。迟到就跟姐姐说你没有逃出来。我如果迟到的话，就要跟姐姐说，姐姐，我刚刚卡在毒气室里面，我现在被困住了，我逃不出来，怎么办？我现在被德军给绑住了，我没办法回来，救命！对，毒气室。而且还有监狱，还以为晚上回去买咸酥鸡吃。上一次啊，而且上一次真的是我的房间里面挤了，就是地板上躺了3-4个人，然后床上也躺了3-4个人，很可怕、欸。我现在就在你后面，熟练的上下其手。谢谢阿 K 来带我去流浪。今天要断更吗？当然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对吧？涙的サプライズ Happy Happy Birthday。 欸，可是我没有许愿欸，但我真的没有想好愿望。我其中一个愿望想要现在更新大局，不行，因为手机现在在你们这里，我现在不在家啊，没有平板，好吧，我是时候要想愿望了。那想不到，我许了一个，我昨天晚上有人叫我许愿，然后我许了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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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超级需要的，就是我的手不是很巧，然后做很多事情都不巧，像是绑头发啊，或者是做其他的手工艺品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不是很巧。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很需要，所以呢，第一个愿望应该是，我希望我可以变成心灵手巧、非常贤惠的人。希望我的手手变得很厉害，然后下厨也很厉害，做手工也很厉害，然后编头发也很厉害。
哎，这个超级实际的，这超级需要，真的，现在现阶段非常需要。然后呢，那不然就再来一个好了。我希望可以成为人见人爱。哦，哈、啊，哎呦哎呦，他现在是跟我讲，他现在是点头吗？他说他一定会是真的。怎么办？你今天很不受控啊，手机，手机，手机，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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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点头说好，他点头说好，他一定是点头啊，你不要再点头啊，是点头啊，灵验了，对对对，没错，就是我希望，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然后大家都叫人，就是叫人。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到处充满，充满着大家的喜爱，然后可以跟酱油们共度下个十岁，是不是？点头不是尴尬吗？没有没有，他没有尴尬，他就是嗯嗯嗯，可以的。谢谢大家，我是一朵花，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走到哪里花就会开，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谢谢，谢谢，谢谢播放完的戳戳我，我知道，我知道我的脸颊肉它还在，它是不是还在？充满声音的花，要变成那种摸脸会瘦的手手，那个叫含羞草吧，对不对？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到处充满派，世界依然如此的美丽，谢谢大家，到处充满爱，好吗？嘴边要不了我，哎，十万八千里，好久不见。下次是59岁，没有，我说接下来下个十年大家都会在。下个十年，我现在才40的话，我也才50吧，不是59岁啊。谢谢富尔哥哥的滚滚，耶！到处充满派。今天有流星雨，今天有流星雨，你们知道吗？10月20，10月21，但是下雨天。好像看不到，怎么办呢？大家稀里稀里哗啦哗啦，雨下来了，我的妈妈撑着雨伞来接我，稀里稀里哗啦哗啦啦啦啦啦，哇！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很棒。我的雨天那个怎么唱？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哎，对，而且我今天在站在捷运站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同学，他传了语音档，然后唱了一段生日快乐歌给我听，然后我觉得超可爱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在捷运，就是捷运站外面，声音开到最大，然后播出来吓死我了。嗯，还不少人看了我一眼。嗯嗯，也谢谢有传送语音档给我的大家，无论是文字还是真的语音档。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陪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杨松，你停下来，不要偷偷消费，我跟你讲，不可以，不可以放水偶像。你的你家偶像已经是一个太冲动购物的人了，我真的是会被我自己害到脱裤子，绝对不要好吗？大家乖，好了，手机你也乖，我叫你乖，你不要再激动了。还是这个手机壳不太适合他，我是不是应该换手机壳了？好的，接下来就是念榜的时间了，念榜时间，我们应该要放。谢谢富伟哥，对，生日要过了，我要赶快想啊！等一下啊，我要快点想那个文案啦。嗯，那不然就这个吧。
心灵。对，我要发文了，而且我还要想 reset 的东西。杨松，我是认真的哦，你停下来哦，你可以之后再来见我 ，OK？ OK？ 可以吧？杨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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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吼，活着吼，我要你一直回复哦，一直回复才能保证你现在没有在冲动做傻事。可以吼，好哦，接下来你每十秒钟都要回一个留言，以确保你还在哦，懂了吗？大家注意好，大家都停住，大家不要冲动。哦，我按到了。10秒了，大家留言呢？10秒了，留言，回我留言，大家。谢谢明月包。哈哼。嗨，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就是10秒就要留一个留言。好了，我要继续要玩面板哦，但是我还是会看着你的哦。10秒有没有留一个言？我会看到的哦。有没有留？现在10秒了。好，我看社长很乖，社长留言了还飘屏，有没有听到？没有回我，没有回我，回我，杨先生，大家留言呢？好，10秒一折哦，很好，这个都很棒，哎，很棒，就这样，很棒，刷起来，都答对，亚马逊问号刷就对了，10秒一折，好了，我要开始练直播了，不是练排行榜哦，我还是看得到哦，你有没有在留言？我看到了，我看得到哦，今天的第20名。当然麦当啦，哎，留言还是要动，我是说手机不要动，听到了吗？哇！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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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快卡住了哦。妈，你还在看对不对？你现在帮我把那个，你现在帮我把那个排行榜那个截下来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看大家留言了。正在吃鸡腿没空留言，我都没有吃鸡腿，你吃什么鸡腿啊？好了，手机现在就不会掉，我把它调高了。手机下先崩溃，谢谢15000800，10秒一则留言，10秒的留言，说好的留言呢？鸡腿。是要了，传承为什么红包我全部都抢不到呢？谢谢你们的严起来，严好，谢谢大家对我的严对应，很严，真的很严。好了，但是我妈妈的做事效率呢？请问一下，我截图呢？截图在哪？严，我是人，我留言。哎，张先生，局长到底是在紧张什么呢？张先生。好了，我要开始念了哦。哎，为什么是 despacito？ 很 despacito 哎。哎，这位面妈同学，你没有截到20名啊，亲爱的，可以给我20名吗？那时候很棒啊。哦，他不是 despacito， 是不得不爱。面妈我爱你，面妈我爱，母难日快乐，母难日不快乐吧？妈我爱你。妈，棉麻，生日快乐 ，Repo，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对啊，涛哥，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别笑，而且我那天好像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扇子嘞，我的板子嘞，我的。我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嗯？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扇子，还是有任何蓝白的东西？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嘞？是吧？唉，但是不得不说，这就是跳了16次就可以这样任性，是不是啊？有人穿的啊，穿蓝白拖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么敬业？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一定没有啊！我那天就没有看到。
有蓝白拖吗？有吗？那个能进场吗？扇子有啊，没有啊？他手上没有我的扇子吧？面妈怪我说我们这样没让他抢到红包，他工作比较重要吧？面妈竟然是我的小助手啊！他跟我都生气，对不起，面妈息怒，面妈，好的，面妈息怒好不好？我来看一下，面妈真的很抱歉，面妈我们牡丹日快乐，面妈你准备好了吗？面妈，恭喜恭喜，新年快乐！妈妈，牡丹日快乐，牡丹日快乐，预备备，手手预备备哦，预备备 ，Go！是有没有抢到啦？有吗？我要等他汇报一下。杨雄让你回血，然后你居然自己按掉了。他不告诉我，哈哈，好吧，那为了你跟你讲事不过三。妈还没有气消，那我们就再来一个，准备喽，杨先生准备，大家准备喽，请大家，那不然大家帮我一人一句"面妈我爱你"可以吗？面妈我爱你，面妈撒浪嘿哦，面妈 I love you， 面妈 I stay you， 面妈 you lovely， 面妈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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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面妈，嗯啊 ，Hello， 我要带大家刷一片面妈我爱你的时候，面妈，我爱你哦，刷起来，哎，我抽到21耶，刚好1021吗？第一个是施压 Ricky，Hello 施压 Ricky 同学，你刚刚有没有讲面妈我爱你？你没有哦，施压 Ricky， 我看到你了，从头到尾你有没有留言？你有出现吗？你刚刚有讲面妈我爱你吗？我跟你讲，有讲面妈我爱你的人才能抢，你刚刚有说吗？刚刚的前五名全部都有讲吗？有吗？很好，我看到你了，很棒。居然抓成了，这是一定要他第一名哎！他第一名怎么可以不说面妈我爱你呢？面妈我爱你呢！哇！好了，感谢大家，被抓出来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今天人品太好。怕还敢说怕？你看了多久？你都没有讲话，对不对？是不是？刚我再来抓谁？第一名是糖糖，佳佳很棒，佳佳今天很活跃。酷酷妹也常来看我，可以。米酒也是哦，米酒真的就是忙之中就会出现，好吧？百忙之中会留下时间，对，好，勉强可以。来 ，Full Shine 新人店长，你今天有没有留爆言？我有看到你，但你有没有留爆？我跟你讲，生日当天就是要留爆，你爆了吗？你有留爆吗？是不是没有留爆？对不对？你是不是该留爆了？是不是要喊一声面妈我超爱你？是不是 DJ One 这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平常手气很好都有出现，是不是偶尔还在吐槽，是不是该喊面妈我爱你？是不是要大喊出面妈我爱你？该不该爱？这该爱好不好？这么盛大的日子爱起来，谢谢大家。是的，面妈我超爱你。耶、yeah, ，难得当客，真的，佳佳今天是客起来，今天被大家搞到客起来。Noodle Man， I stay do， 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什么东西的呢？啦啦啦！哇，洛克，好开心哦！谢谢，谢
成谜走，百忙之中出现贤仔、贤同学、贤先生。各位，这位贤先生，你到底什么时候后面才会有勾勾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哎，糖果，你也太扯了吧！糖果，你该说话了吧？糖果是什么概念？他已经两次第一名了耶。烈酷啊，这一次是第二名哦，汉是第三名。哎，佳佳今天也是运气爆棚哎。到底为什么糖糖为什么？这样排名会变，没错会变。哎，因为刚大家有在，下次就有了。你还敢说？为什么是百忙之中？因为呢，我觉得米酒都已经彩色勾勾了，他就应该是留言留爆的那种。还是我都没有回到你吗，米酒？我觉得我念到你的名字是不是太少了？我希望我可以多一点时间跟你增进感情。我希望我不要再是百忙之中抽空来看那种，而是一种我今天不看到面面我就全身不对劲的那种感觉，你懂吗？断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开始念朋友了，我要断更啦，你各位，我要断更啦。哎，不然有机会你能不能看我的账号帮我发一下文？Hello， 我要来了。嗨，我还要认真的看大家的留言。今天的第20名，哎，不行啊，怎么办？我觉得怎么办？今天大家感觉都要多念出名字，我记一下。今天的第25名是 DJ One， 耶！今天的第24名是奥登，阿里嘎多，耶！我终于有跟泪子的合照，听泰鲁，咖喱马赛。嗨，今天的第23名就是，下次不要紧张啦，我们明明都已经有，上一次的约会经验了，对吧？那次也很近啊。台北张先生，乖，我们一起跳楼下去吧！谢谢台北张先生。今天的第22名就是我们的兔子，耶！谢谢兔子，开心。今天的第21名就是佳佳。想到就是跟佳佳见到面居然这么近，真的超近的。尤其是因为我后来站在侧边主持的时候，佳佳真的就是在我正前方，超开心的。然后其实我很开心这一次收到了很多人的祝贺图，因为我觉得从每个人的笔触里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暖。我觉得就跟文字一样，可以感受出一个人不一样的气质。每一个人画出来的东西也都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心中的想法，或者是对于其中的用心，所以谢谢，超开心，我开心到不行。而且我那时候是晚上就看到，我没有想到我可以看到10品，因为我不知道你会印出来。今天的第20名就是，虽然说没有认识很久，但是从认识以后就每次都会见面的枕头。看烟火了，今天有吗？今天有看够吗？烟火，我自己一直在喷烟火。谢谢枕头，也谢谢枕头一直在直播上的陪伴。然后虽然说我们正式见面还没有近距离见过，但接下来握手会跟合照会，不知道有没有枕头有没有拍合照会，但我想要赶快跟你认到脸，可以快点吗？我们。等一下，我刚刚一定要点什么歌？忘记了。20岁的开始，就开始不停的忘。啊，烟火！因为他是来看烟火的。好了，继续喽。今天的第19名就是我们的超级会玩游戏，不得了，超 carry， 上来气势100分的林先生，哇！非
感谢林先生，林先生就是帅气到不行，好吗？他只要就是他拿起盘子的那一瞬间，真的是气势一百分，好不好？如果气势是一百分，然后直接他直接爆棚，好不好？只是两百分的那种感觉，他感觉后面熊熊的烈火，感觉他就是会赢得南瓜们。Yeah! 感谢林先生，请问被呛的还习惯吗？还可以吧，对不对？好的，今天的第十六，今天的第十八名。哎，今天第十八名还是我跟小钱的照片？我觉得我应该要赶快拍新照片，让你更新新头贴了。而且我们昨天才发现。那个我跟小晴已经是第三年互相祝彼此生日快乐了，因为我们光是在前时期的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一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就已经是就是压十二点跟对方说生日快乐那种。而且我还记得我第一年就还唱了生日快乐给他听，而且我唱的超难听，非常林先生，我叫你不要冲动处置，我是认真的哦。寿星说什么，今天就要做什么，所以今天不是世界相反日，今天请听着寿星的行动。林先生，不准冲动处置，十秒钟留一次言，听到了吗？小晴跟面面奇妙的友情关系，对大家第二波的小晴考试，记得要去。小树，我好生气哦，我没有去到你们的笑唱场。好的，今天的。啊，对，我还没有跟游戏 Hero 讲到生日快乐，不是生日快乐，谢谢游戏 Hero， 游戏 Hero 也生日快乐，大家生日快乐，谢谢。哎，对了，游戏 Hero 今天有去考试吗？今天的第十七名呢，就是，哎，他换头贴了。我知道，我们这一次勋章，对不对？不知道大家特别版拿到了吗？特别版的 CD 拿到了吗？还没有，我是不是没有炫过那个特别版的声写给你们看？我最后再给你们看。不要啊！拜托不要，拜托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出资，求你了。啊，特别版还没，那我之后再拿给你们看，回家再拿给你们看。今天的第十七名就是小薰，耶！哎 ，Ricky 你很棒哎，你开始一直叭叭叭，还是因为我发现我的眼里有你。一定是因为刚刚的关系，让我眼睛里有你的位置。你现在会一直挤到我的视角里面，我看到你了。今天只有拿到勋章，面面的明信片明天才会拿到，请期待一波。我觉得呢，声写蛮好看的。今天的第十六名呢，就是9:02才报到，却没有看到全身的。M 开头的命同学，哇！哎，但是命同学，我很满意你的头贴，我觉得我真的是，我可能下次进公司，我要提着那个谢礼大包小包进公司。为什么姐姐对我这么好？我真的觉得超好看的耶！我没有想到，就是有一天可以在生日的时候长得这么好看，非常感谢姐姐对我的照顾。今天认识到24岁的妹妹，那你有没有认识到19岁的？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有认识到？怎么又是11？什么11？Ricky， 我跟你说，你之后请多来看，你就会认识到更多。你还有20岁的雅思、雅琴、雅倩、雅雅。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有谁没认到？而且不同天拍的，没错，是不同天拍的哟。光是看安安他们就知道吧，大家都是穿不同的衣服，就是不一样的时间。而且那天的造型呢，就是我不知道有人说那样很像吃喜酒，可恶！但是怎么办啊？我觉得就是用卷发有点。操劳，但是感觉好像又还算好看，害我很纠结要怎么办。好的，继续咯，今天的第十五名，我刚刚帮命同学拍到吧，命同学下次要不要准时进来？要不要？命同学，是不是该？对不对？
有没有听到？亚洲，亚洲谁？亚美乐。哎，我真的觉得那张很好看，怎么办？我好想把它留下来，我一定要去下载，然后把它改成我自己的LINE头贴。谢谢命同学，我还是觉得它放在头贴真的太棒。今天的第十五名就是阿 K 一，哪要怎么出来？啦啦，今天的第十五名就是阿 K 啦，阿明，耶！不会再漏掉你了，阿 K 啦，阿 K 啦，生日快乐！太开心了，普天同庆，火遁好火球之术。嗨，浮出水面，嗨，合照新招吗？我跟你讲，我还没有想到合照要干什么，怎么办？死定了，怎么办？大家可以跟我，可以告诉我合照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吗？互动还是搞笑，还是浪漫，还是什么？要想的太多了，就交给你们吧。今天的第十名就是第十四名，今天第十四名就是莫小羊，谢谢，感谢莫小羊，谢谢师傅的照顾，耶！火遁，你不是臭鼬吧？才不是臭鼬嘞！你是不是多打字啊？你是不是想打鼬，然后觉得打臭鼬比较快，然后想要把鼬删掉，结果没有把臭鼬删掉？我今天好像喝酒醉哦。我就烂手势，不要，我再也不要拍照比赞了，这是我一辈子痛。今天的第十三名，今天的第十三名就是夜空。我原本想说今天如果有流星雨的话就可以 cue 你，可是今天被云挡住了，被挡住的夜空 sky， 耶！谢谢夜空 sky。 哎，看不到了啦，怎么办？明明一年一度的，好，但没关系，我今天有看到你，也算是一种圆满吧。看不到流星雨，臭鼬说会开钢的。好，等一下，我们现在要加速度，专心的在念吧，不是加速，而是专心更用深情的念榜，不然我就要断更了，好吗？各位，我跟你讲，我在破万之前都不可以断，都不可以断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哦。提到麻筋，今天的第十二名，今天的第十二名就是小苏，耶！谢谢小苏。生日流星雨都看不到，对啊，怎么办？小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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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苏。啊！到底要拍多久？很开心啊！我谢谢小苏，小苏的头贴是啊，我知道那个。屋后选拔那一次的爱心是吗？如果我现在只能看得到小，我现在只能看得到小小的画面的小说，不要，我不要发费，我已经36分了。好的，今天的第十一名就是萨库拉桑，萨库拉桑，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僕たちの誕生日ですよね。谢谢萨库拉桑。第十名就是本丸的，谢谢。我也是看到了各式大家各式各样的文章，我还没有看完，我要一次咀嚼，
就是咀嚼。天哪，我今天国文造纸是怎么了？而且我在生日会上那个主持的时候还讲错一个词，但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办？哎，送草莓蛋糕的来了，草莓蛋糕，等一下，杨雄你闭嘴 ，shut up。你说什么？我超爱吃草莓，我跟你讲，草莓真是太好吃了，真是跟你讲超甜。我跟你讲，李佳丽，我真的觉得你很棒。真好吃。三十七分了。谢谢博好玩。什么？耶！就说不用说，你都懂的吧？好，不行啊，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未来不可以握手会的省略，好不好？本来就是握手会就是要讲话的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敷衍呢？等着吧，谢谢。今天的第九名，就是。你是在康乃馨什么啦？傻眼呢！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送完康乃馨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越来越喜欢康乃馨。为什么呢？因为康乃馨真的好香哦，而且我觉得花束的颜色很漂亮，而且很鲜艳。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卡片真的太厉害了。不知道，我觉得不单独感谢好像不太好，但是谢谢每位有位就是。圣诞册，然后还有花束，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礼物，有用心然后再准备，然后还有投入时间跟心力的人们。而且我看到北中南还有网络上各式各样的小卡征集，我就看到大家，而且甚至还有代笔的部分。唉，我真的每一年都很感谢大家，可以算是因为这是不求回报的在付出，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们带来什么实质的回馈，但是我一直都看在眼里，然后也很感谢这一次所有帮助那个圣诞委员的人们，然后也谢谢各式各样的酱油工厂里面的子民们啊！希望未来酱油可以更加的壮大，让我们变成连锁酱油吧。酱油工厂再大可以变成什么啊？酱油大工厂，酱油超大工厂，我们可以连锁到宇宙吗？我想要在那个宇宙系里面，就是那个银河系里面也开一家酱油工厂，应该是可以的吧？酱油星球、酱油舰队、酱油星球好像是合理的哦。而且我这么喜欢星星，我前几天还买了小王子的那个贴纸，然后在别人的卡片里用了一大堆小王子。而且最近赖出了小王子的贴图了，宣传一下哦。好的，今天的第九名就是我们的，等一下，佳丽，我是认真的，我是真的吃草莓哦。等一下啦，哎，我很生气耶，我就说你们不要讲，我是真的吃。而且李佳丽是从很远的地方带草莓蛋糕来找我的，而且很开心，就是他竟然还冒雨，然后还带着蛋糕来，然后而且他超累的，因为他最近有各式各样的通告，然后还要练习，然后可是今天早上看完直播之后还是跑来找我，然后可是他明明晚上还要练习，然后他中间还就很累，还跑去休息，所以我是真的很开心，就是期待很久，因为他前几天就很好笑，他就突然跟我说：“哎，你礼拜三有没有事啊？”我就说：“礼拜三他怎样？”他说：“我们可以去约会吗？”对，所以我是真的很开心，李佳丽今天来陪我是超级开心的那一种，所以请大家不要。请大家不要哇！对，而且今天他是第一位亲自现身送我蛋糕的人，超级开心。好了，那我要继续念本了，不然我还要断更了。今天的第八名，我在笑啊，我。
一直在笑吧，对吧？得熊，今天第八名是杨熊，哇！听说杨熊中礼物吧，哈哈，笑你啦，是不是？我跟你讲，人就是要有创意，是在谁在一直批评我的衣着，是不是？是不是？然后一直要送，一直每次都呛我衣服，然后呢？你看吧，现在呢，活该，哈哈。我就这样，怎样？啊，干嘛过敏啦？而且他今天结束之后还很忙，就是而且还是体力活，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辛苦。而且对于大，就是他基本上我们就是自主练习也好，然后再加上他这个 puzzles， 其实练乐团这种东西是需要更多的默契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好就好，所以其实相较之下他花的时间真的是比其他人更多更多，我觉得他是最忙的一个。可是我真的觉得他的脾气很好，因为像是反正遇到了很多事情，像我们今天要处理的事情也是因为比想象中花了更多的时间，但是基本上如果是我的话，我早就被我自己气死了。可是，就是我觉得还能够，他就一直在跟我讲，哦，感觉浪费到我的时间了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脸超丑，直接刷黑。但是就是他都没有，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对，所以我是真的很开心，李佳怡今天来陪我，耶，断更了哟。今天的第七名，今天的第七名就是北演员。哎，你要压线呢，我现在是不是害你压不到线？是吧？我就跟你讲说，一定要抢头像吧，你还想压线嘞？哈哈，我现在就要害你完全压线不到，因为我自己也压线不到，我就要拖人下水。北演员，我要不要先发？我用手机在直播，我没有办法先发，大家，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先发 ，OK？ 大家懂吗？我现在是用同一台机器，所以我现在是，你知道 IG 的电脑是不能发文的，对，断了就断了吧，我觉得可以的。今天是值得断更的日子，耶、yeah, ！我用模拟器看啊，手机显示，哎，你太过分了，表演员，那我给你账号，你要不要帮我发文？图没有修好，觉得来不及。今天的第六名呢，就是我玉安这一张是什么？对啊，明天就是谢谢账号林果，你想干什么？而且林果很棒啊，林果最近是在顾排版吗？你是一次 PO 了三张，对不对？玉安这一张是对你比爱心，眼睛却不看你吗？没事啦，我的心至少在你这，虽然我的眼睛跟脸在外面拈花惹草，但是你要知道我是爱你的呀，玉安，耶、yeah! ！早上五点换日，一直都有在拍。那个爱是双向的，我会好好爱你。多发现你的排版，耶！yeah, 等一下，我拍手了吗？我拍手了，对不对？玉安，耶、yeah! ！怎么办？被听到那个，哈！我对你的爱太多了。天哪，是这样子的吗？所以你不希望我多爱你一点吗？真的不要吗？真的不要吗？栗子在的时候聊林果，因为我的心已经在李佳丽那里啊，对不对？哎，这就是在自己打脸自己。我是不是生日会的时候干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啊？自己打脸自己，我什么时候打脸啊？不是，我在国光帮帮忙的时候自己打脸自己、啊。我说我台语很厉害，然后下一秒又说我台语不厉害，其实我只是台语歌厉害而已。然后最后唱的哩哩啦啦，真的是有够厉害的耶！好了，今天的第五名呢，就是袁哥哥。袁公公就是本台的赌徒、赌圣、赌王、赌神，好不好？就是幸运值爆表，但是真的是太爱赌了，赌到我觉得很害怕。他真的是福袋抽到爆的那种，哎，怎么办？让 life 全部都是亏在你这里吧，对不对？是不是？都是在你是不是赚了很多？请问一下，
请问要怎么好赌啊？其实我连猜拳我都赌不赢啊，怎么办呢？谢谢一场卷带我去流浪，耶！总之非常感谢圆滚滚，希望未来我的运气也可以跟圆滚滚一样蒸蒸日上。是这样用的吗？不管是不是这样用，寿星说是就是。好，今天的第四名呢，今天的第四名就是社长，哇，社长大人。而且其实我今天很开心，还是昨天很开心，应该是今天很开心。就是社长其实平常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然后在留言的时候也比较少会出现。然后我记得他是昨天出现了吗？对不对？他昨天出现，然后我就很惊奇，哇，社长出现了耶！对，然后造成我昨天看完他留言之后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他简直是 SSR 等级的啊 ，UR， 有人玩那个吗 ？Love Live 最高级是 UR，SSR UR 等级的留言，非常感谢，社长辛苦了。真的，我真的是每一次都要赞叹，我觉得各式各样的摄影真的都辛苦了，而且因为有你们保存下来这则回忆，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包含见送的时候，不好意思大家吓到了，对吧？我也吓到，我差点吓死啊！要修今天的第三名，很棒，今天就喊了面姐生日快乐，是不是？傅伟弟啊，哈，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友谊都多久了，是吧？这一两句念姐的啥就不用叫了，好不好？我们中间不分辈分的啊，傅伟，谢谢你啊，嗨嗨，谢谢傅伟哥，现在都不能说，耶、yeah! ，感谢傅伟哥，以及每一次订番都会出现的丫丫。哎，而且听说就最近是不是有个孩子去了水族馆，然后他还说找到了我的朋友，所以下次会来找来跟我们，就是跟我见面。我发现大家越来越常带着各式各样的娃娃来跟我见面嘞，好开心哦！我开始会认娃娃了，不是认你们嘞，怎么办？这已经不是脸盲的问题了，我接下来还要记名字是吗？你知道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们买了一大堆的鲨鱼，然后有人叫什么沙西米、瓦沙米、沙比西、沙呀，沙，我根本就不记得谁是谁的沙，我只记得我家的叫沙沙，好吗？他们家的真的超多名字的，我现在只记得沙比西是谁的啦，好了，还有瓦沙比跟沙西米，好不好？娃娃比人好，脸好记，我就不相信你分得出来哪一只沙是哪一只沙，好吗？我跟你讲，对，我也觉得他应该要叫沙斯盖啊，对不对？叫沙斯盖多棒啊，这叫出来多热血的感觉。傻逼死，就是要来点傻逼死，好不好？今天的第二名，许先生。哎，许先生，我觉得你真的很棒，许先生你，赞就是赞，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准，因为许先生站在第一排，坐在第一排，然后结果我抽完之后，哇，居然是许先生站了起来，真的是 impossible。对，哎，有人叫莎莎雅，但是我忘记是谁的叫莎莎雅了。而且我没有想过第一题真的有人猜得出来，尤其是姐姐真的是刁难我，姐姐真是太过分了。虽然她没有给我 rap 的部分，但是她全部都给我各国语言呢，我连我自己在唱什么语言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真的是许先生辛苦了，感谢你帅气的猜出来，以及台下的各位，台下的另外九十五位小矮人们，谢谢你们的 carry， 我听到你们超大声的 carry， 玛尼拉啦，是海天选吧，beginner， 对，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然后让我们的许先生顺利的拿到了南瓜，而且我还在里面，我是在里面写字哎，所以许先生不用担心手，就是如果把它摩擦到什么，因为我外面签了一个，里面也签了一个，对，姐姐都笑得很开心，太过分了，我跟你讲，而且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反射动作，我一直靠近姐姐，我想要听得更清楚，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唱什么，而且就是有一首歌，我记得我前半段我是真的不知道是哪一首歌，我到副歌我才确定是什么歌，秘鲁还比赞，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要报仇，我那个砸，我的、
我砸刮胡泡怎么会没砸到他身上呢？可恶！好的，反正今天的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叶枫林先生。嗨嗨，感谢林先生，太开心了！今天的第一名呢？哇塞，我就不说了。我基本上有大概有三分之一就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想要在生日会砸派。对啊，许先生，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许先生啊，我刚讲林先生，林先生是妾先生吧？林切尔林先生，我是叶枫许先生。等一下，我刚讲错了是吗？叶枫许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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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次，许先生，叶枫许先生，许先生，不要，待会可以帮我把回放刚刚那段切掉吗？就当做。哎，不好意思，导演刚有在录吗？刚刚没有在录吧，对不对？没有在录吧？大家可以帮我把刚刚那段卡掉吗？可以吧，许先生。好了，今天的第一名呢，就是我虽然没有让你看到现场版的杂派，但我就是花了整个半夜的时间跟各式各样的人沟通，我最后终于找到了杂派的环节了。我就是为了纪念你学坏的部分，好吗？秀生，我跟你讲，你送的派全部都具现化了，我一次用在生日会。谢谢秀生。对，时间快不够了，但是该说的还是要说，好不好？然后也很开心，因为熊熊其实也是在今年我才认识的，然后误打误撞加入了杂派的行列。然后也谢谢熊熊一直以来的支持，以杂派的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行动派呢，而且还是用一个非常热血的方式，哇，我真是每一次都有一种被推着向前走的动力哦，谢谢熊熊。哈哈，很好吃，很好吃，很好。我刚刚有没有对到？应该有吧，谢谢。好啦，今天就是觉得属你送蛋糕送的最棒啦，哈哈哈哈哈哈。妹妹明天爬得起来吗？直播播很晚欸，没关系，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我剩下三分钟了。好了，那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新年快乐，生日快乐，圣诞快乐，以及万圣节快乐。然后希望下一次的生日会也可以见到大家，我会努力把生日会变得更好玩的。长这样，然后你送，好了，不行，我每次送别人送火箭的时候，我都在傻眼，所以我现在只能说，哇，好开心哦！我现在很像喝酒醉，我到底在看什么？压秒的火箭，谢谢 F。好了，我相信 F 一定没有想到今天的形式最后会演变成这样。我现在剩下五分钟，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但是呢，没关系，我知道我们会一直在见面的。包括我看生日会，我是不是大喊出了耶？ Yeah, 我们要见面了！然后得以了你一个无奈的微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吓到果果，但是希望下一次握手会、合照会的时候也一样可以吓到你哦。我要一直吓你，一直吓你，一直吓你。所以接下来的十年也请一起走下去吧。耶、yeah, ！大家晚安，拜拜。20岁很重要的里程碑，很开心最后的五分钟也可以跟大家在一起，拜拜。辛苦啦，谢谢你们，开心一波，草莓蛋糕很好吃，拜拜，晚安晚安。谢谢今天有跟我说生日快乐的每一位伙伴们。然后希望接下来路也可以一起走下去。有人跟我讲说他会一直在我的身后支持我，看着我闪闪发亮，但是我不要这样，我希望大家可以牵着我的手走在我身边，这样我才有人可以塞奶嘛。好啦，拜拜。啊，下一次是10月25号下午直播。